一番もんでしょ、さん。尽量三千。尽量好修。怎么样？怎么样？谢谢。拜拜。希望不凡。三分。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啊？哎呦。那你们这个拒绝不要做题啊？太公了哦。巧克力球。看看你巧克力球有啊。一开始他也没有跟你讲你是要翻 A 片的，没有到，但就是要确定要试翻的前一两次才讲。啊，你听到你要翻 A 片，你会很惊讶？有啊，就想说，他说你愿意接受吗？因为我之前谈只是一部就是很像日剧那种，但后来他那边说只是要翻 A 片，没有他就说爱情动作片，那你愿意接受吗？他是讲爱情动作片，他那个 email 上打的是爱情动作。那你有猜到是什么吗？知道啊，爱情动作，他对他说是日本的爱情动作片，你可以接受吗？然后就进来。对啊，跟我当时那天去有两个在那边示范，另外一位是女生，也有女生翻的哦。对，这是。所以你们是三位在公司工作？没有，不用在公司工作，就是去，等于是说去把我们示范的再讲一次，我们大概以后要注意哪，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翻的哪些缺点啊，再讲一次。那个。所谓你的上司，他是懂日文吗？懂一点点日文，懂一点就不是日文。他是怎么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或是代理，或是什么？他可能就怎么有办法做工？就是说，这个是他自己从日本挑喜欢的，然后就自己拿回来，自己弄这样，就是违法嘛，对不对？应该是违法的吧？应该不是他选的吧？他可能没有到采购这边，就只是说他拿进来之后，他怎么去把那个片子分给适合的人？对，适合的人翻，然后再给他，然后他再带。那他们公司有日剧或其他的吗？有日剧，有日剧，有韩剧，有就一般香港剧那些都有。可是为什么就是独独你是翻 A 片？不是独独，他说现在我们比较缺的是这样的人才，比较缺的是翻译这样的。所以当初你们接下来是透过 BBS， 对 BBS， 然后把资料寄给他之后，他就用 email 给我，然后就把他包了 email 信箱，他就给我。然后他是母片，就是寄用烧的这样寄给你。对对，连封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就是他就拿一个牛皮纸袋，然后里面就是一样，用那个塑胶膜，然后放在里面这样。然后他也没有讲什么注意事项，什么都没有。注意事项，他说每次来都是一片空白的光碟片，这样就寄给你，就一片没有什么字，这样就一片两片没有。他会直接用 email 跟我讲，如果有要注意什么，他会直接用 email 讲。然后会不会有哪些片就会觉得看到就觉得就是知道说哦这个很好处理？不会，每片都不好处理。每片对啊，每片都可能都有新的单字要出现，就可能他报告在医院的时候，他可能有讲医院的话。然后在教室的时候讲教室，有没有最难的？最难的我觉得是医院吧，医院有可能都很麻烦，就有可能他的医院的一些用语啊，什么手术台或什么，我可能不知道。我们平常上课也不会教到什么手术台，什么钳子啊，压这些，对，类似像那个，对啊，真的有用到。有，他可能会讲到，他说拿那个东西，他包括手术刀，这样子。那我可能平常我也不会去学到这些单词，哎，就是要再查。所以你觉得这个很漂亮吗？是，很漂亮。漂亮吧？欧巴，为什么你要买？是的。你很彩。身材很好。你会不会翻一翻，然后突然就是日本？会吗？就是翻译的过程当中，就是被那个 A 片挑起情绪。还好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变工作了。对啊，还好，就比较不会。那你会使用你翻的那些 A 片吗？不会，我比较有一次比较夸张，是我翻完之后，那一次真的翻很久，然后从应该下午一点多开始翻到三四点，翻完之后我就去厕所吐，对，趴在马桶，是真的像喝醉一样趴在马桶上。为什么？就太累了。太累也有，然后我一直在重复在看这些东西。是啊，对，其实会不舒服。会啊，因为你一直重复在看这些东西。等到翻完吐完之后，我就先打算给我一个，就是住在我家附近的学校，我跟他说：“你现在在家吗？啊，我们要不要？”他说：“干嘛？”他说：“
我等一下拿一个东西给你，哦好，要不然等一下你吃饭的时候拿过来，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就把那片子丢给他。请他帮你翻吗？不是啊，就给他，我不要再看到那个东西，反正母片我也不用回收。啊，可是你工作还没完成，你翻完了？我翻完了，这样子。哦、所以你就是都没有留着你的那个工作的，看到就读。欸、那 A 片看完之后，就是看完那么多 A 的影像，你有没有再看到什么东西会特别舒压？就是你会最期待又看到什么，就可以远离那种情境，最能够把你带离那种情境。去跑步吧，如果那个时候。哦。所以看完就要赶快跑，一直冲刺这样。不是，也不用冲，就是你不要在，因为就是在等于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就一直对着它翻。这样子，所以你会翻完这个，然后跟女朋友约会吗？不会，不会，绝对不行。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就不会很想看到女朋友嘛？就看完之后，不会啊，完全不会，不会。就然后、那会不会讨厌看到女生？就是任何跟女性有关，就是、最好都不要再出现我面前。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哎、那在问模板想问嘛，像这个跑步也不错，就是我想问就是。看完这种片，通常你会想再看什么样的东西？看新闻吧。真的假的？看新闻？因为你完全不用，就是它是一个发生一个既定，它就一直讲一直讲，对，你不用去特别思考说，根本不用想，对，就是让它讲，对。哦，就新闻最好，反正有剧情就有。哎，那你是说他们是要求你们要配上，就是要对每个有音出来的东西？字要对，所以他们这个是做的不够精致啊。可能每家要求不一样吧，他就没有嗯这个出现。但是我们那然后有点点点之类的吗？可以惊叹号，惊叹号没有吗？不用啊，不用惊叹号。没有符号，就只有点点点、点点点这样子就好。因为打那么多嗯也有点奇怪，或打那么多哦，就我刚刚讲嘛，就是有的说他被叫几个嗯就几个嗯，可是是就一个嗯，然后点点点就好，就是不用。所以在翻的时候，你也不太去看那个做爱的过程，他只是一直在注意那个声音跟字有没有出现，有没有在讲话。因为现在我们好像都一直在看他下一句话怎么都要出来了。对，就是在等他。我因为我也那时候是没有逐字稿嘛，就是在等他。啊、他现在有没有讲话？等他有没有讲话？让他。啊，你讲到后来都是用听的而已啊。对，用听的，就是比如他现在讲话，我就按按这样子，然后赶快打。他现在讲了，然后打。打字下去这样子，好，没关系，就是这样。中间这个都不配字幕吗？这边不用配字幕啊，有人想要看吗？你说哦，所以你说，就是可能那个有时候是照那个需求，他有没有需要这样子？就是说，这时候如果他有影响观众的理解的话，例如说他讲话、在自我介绍，他配字幕。可是如果是这种。这一种在做爱过程应该算是 A 片的重点。对，那字幕会干扰。我觉得会的话，就不应该需要配。所以我在就在前面的啊配一下，前戏的部分会配字幕。对啊，现在也配啊，但是如果说不配，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所以像现在这样子，你就完全不会去配什么？不会。啊，讲话如果讲很少的话也不太会翻出来，还是会？会这样。比方说哦。他说 Kimochi， 那我就拍好好爽。他换个位置也会讲话吗？哎、哦，譬如说，哦，卡起来，然后往底下卡撑嘞。会可以，也会配，因为他要讲话了就配。但是如果现在因为在这个时候，那个呻吟声应该就不会再特别。所以对你来讲，配字幕的时候呻吟的时候，反而是你不是你工作的时候。因为对啊，他现在在呻吟的时候，应该没有人会想要看。哦，没有看，不想看有字幕在那边跑来跑去。对，应该不会想。啊，你这段时间你都怎么办？就赶快等他过去。对，停的。他、啊、会去看吗？不会快转，不会快转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出现讲话要讲话，对，所以也不会快，就在那边等。那你不会想要慢慢看吗？还是说，不会想，就是顺便享受一下，完全不会有感觉。不会，就觉得这一段赶快过去。对，就等他过去，也不用赶快，就是等他跑完这段。那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蛮复杂。就这样子。
就现在我们在等火车，你的火车是9:18，可是现在就9:15。那中间这三分钟，你看很又有新，就不是你的车，新的车进来出去，但是不是你的。然后9:17进来出去，9:17:30又进来又出去，但不是你。所以呻吟声，或是说所谓他的插入在做爱那个过程，对你来讲都不是字幕工作人员的工作，放空。也不用放，也不能放空，因为你要随时 stand by， 要等说，这时候要进来，肯定要进来要讲话了。所以注意力是在下一个句子，即将出来还没出现那个句子。对对对，那个句子。啊，你也不会想，就是因为是工作，所以你看这个也不会有兴奋感。不会，现在好累哦。那其实 A 片翻也蛮简单的吧，它字很少，都很少，只是说我其实比较难的是他在自我介绍那边，自我介绍那边比较难，就是他在这个做之前会讲话，不止自我介绍，但他做之前可能他会聊天说，哎、你有什么样的经验这样子，这时候会比较，包括他等一下他的事后的访谈，那个会讲，因为讲很多，那些很多有可能是。就他专门用的，那像是一片800，真的觉得很少。为什么英文片的 A 片翻译这么多？不是英文片，我不知道是不是 A 片，是英文片，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A， 我听到的不是 A 片，是英文片。啊，我说的是 A 片 ，A 片一片800，对，1000那怎么会那么低呀、啊？很廉价哎。对，因为有可能就是说公司也要拿，因为他们借。那你这样划算吗？所以后来就没有做啦。当然不是，那时候也不是为要钱，只是说这样也很少，然后我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小时的时候就要这样两三个小时都要耗在那边，所以等于你一个小时还拿不到200-300，对，耗一个小时才400而已、啊、很低啊，对啊，就你加价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对、啊、就可能就700-800这样子，对、啊、那当时不用加、那当初第一次接拍在翻是什么样的心情，很兴奋吗？就你收到那片光碟片，你知道是 A 片的吗？知道。那你放下去之后开始翻译，你会很兴奋吗？先放下去的时候没有要翻，就只是要看，只是想看一下。先想说先看一下，等一下要翻，等一下再翻这样子。所以后来也觉得还好，然后看完之后，但是大概看快看一遍之后，然后就开始。哦，翻到第二次、第三次就觉得有点累了。对，因为都是重复的啊。是，A 片的剧情重复吗？还是说，那家公司进的那个东西很雷同？那还是说 A 片对，还是我拿到了有点已经可能是刚好是一样的吧？那如果不是当初在插 A 片这个，会觉得这片跟你之前翻的不太一样吗？对啊，不一样。你是说指剧情内容不太一样？剧情内容也不一样。然后这个是像这种片，就是像这个叫新人片，他刚才新人片就是他出道的片，所以他的访谈我猜待会会蛮多的。哦，等一下一定对，就访谈就自我介绍那个访谈蛮多的，会蛮多啊。可是如果是有名的女优的片，访谈也会比较多。哦，因为人家想多听他讲话。对对，这个，或是他讲他发生最近发生有什么事这样，类似他有可能说啊，我最近去了哪里，然后做什么，他们那边会讲，或是说啊，讲我等一下要做的这份工作是在干嘛的，他也会讲，所以那个会比较长啊，新人片可能也会比较长。那、你之前翻是新人片吗？不是，我翻，而且那个没有名的，而且都是比较二三线的，对，所以很其实都还蛮短的。哦，他就在自我介绍中会比较长，其他都没有什么。Hello， 大家好，请坐。哦，真是，哎呦，哈哈，我自己，你是你啦，你是啊，你看见了，这很像林心如啊，不会吗？你说他很像林心如，这样子看，我不知道，是还蛮漂亮的，对，我这样子看，我以为是林心如，有，因为我这样一直抬头看，然后我还以为是林心如，我还是觉得一片800好少。对啊，可是如果他是在想说，如果你一个礼拜可以接到4-5片的话，其实很多哎。如果你一个礼拜可以工作量到5片，5×8=40，一个礼拜你就是4000块收入。没有，而且当时觉得还好啦，但是现在其实这个算轻松的，因为我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他现在有的话，
你还会想接吗？因为现在我大概真的两遍我就可以，两个小时我就可以搞定一片了。啊，如果现在有的话，你想接吗？不一定。不一定的原因是，因为就之前做那个，就觉得不要再做的原因，就是在翻的时候会觉得，就你这样重复看是会觉得很恶心。可如果是日剧的话，会恶心吗？日剧那种不会啊，日剧那种不会啊。为什么？日剧的话就正常的翻译的啊。没有，我在想说，为什么看日剧的时候不会恶心，可是看 A 片翻译的时候会恶心？因为会一直看到身体啊。一直看到身体让你不舒服，会。然后，对啊，当然可能一直重复吧，会觉得哦好恶心这样，然后就不会想再看。那如果是日剧的话，应该还好。如果本身对那日剧是有兴趣的话，就会觉得哎，你等一边看，哎，是一边在观赏那个日剧，然后一边在工作这样子。所以翻译 A 片没有办法让你达到观赏的原因，是因为它让你觉得不舒服。嗯，因为看久了就不舒服。那你以前会看 A 片吧？会啊啊！以前看会觉得至少还觉得好看。而像我的经验的话，我看 A 片是，其实我现在根本不可能从头看到尾，大概自我介绍看一下，然后中间那个转景就跳过去，然后跳到大概在抚摸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进行的地方，然后大概快射的时候就会跳下一段了，或是射完之后也懒得再听啊。如果女生会讲话就听她讲，可是如果在那啰里吧嗦的话我就会跳。所以是因为你可以控制你想，就是说你可以跟着你的愿望或想要看的地方走。对，但是可是在工作你就不行，就要照着它从头到尾都要看。哦，所以你会觉得你的那个希望或你的欲望或是你的愿望是被人家带着跑得很不舒服。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就觉得哎，为什么我一定要在看那边？这你说你会看从自我介绍，然后这样跳，可是有些人他可能不想要看自我介绍啊。他可能到后来真的到后来只是看那个中间做爱的部分而已，连自我介绍都不会看。像我其实中间我都不看的，中间不看。对对，什么中间不看？我说如果我自己看的话，我是前面如果把它分成第一段就是他在讲话，然后。哦，分成五段好，第一段，分成四段，第一段讲话，然后爱抚，然后做，然后射结束，讲话啊、哦。那我第三段我可能不会看。做爱部分你不会看？不会看。我会看讲话跟第一段跟第二段。你是说你平常？平常的话我不会看第三段、三四五，我可能不会看，因为对我来讲那都千篇一律的东西。到三四五，对我来讲。那你说千篇一律是为什么会觉得千篇一律啊？这些从刚刚放的就那些片段都是前面就在讲话的时候，是因为你工作看过了吗？然后你觉得，你工作经验那个一直在那边看，你觉得不舒服，还是说你以前看也是这样子的吗？我蛮怀疑的、欸。可是我真的是这样子。那你不看他三四五的話，那你看 A 片不看他做爱，那你到底在看什么？就那个可能看一下就对。然后哦，当你突然发现。上面标榜着是台语发音的时候，變得自己那的确让我蛮震撼。就是说，你在看那个台语发音的字幕，是让你有点陌生的，或者说它有点让你觉得，奈啊奈。所以，我觉得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陌生或是不知所措，另外一种是觉得好笑或可笑。对。那我觉得我在想到底这个可笑是什么？因为我自己的惯常用语是台语，可是为什么我看到台语会觉得好笑？会觉得，我觉得可笑是不协调。你讲原本认为的这样子，但他却做了不一样。所以跟是不是台语没有很全然的关系？我觉得可能跟台语没有关系，就是单纯只是音轨跟影像的不协调。对，有可能他今天他配的是国语，你也会觉得哎、欸，怎么这样子，怪怪的，好奇怪哦。因为配上的是日语，配上的是不，可是配上国语其实。老实讲，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想象得到，我觉得配上台语的冲击还是蛮大的。所以如果配上国语就不会那么，可能会觉得很笨，可是不会觉得好，不会觉得很怪哎、欸。可是配台语真的很怪、欸，说真的。那可能他为什么要做台语？一定有
一些阿公是。可是你可以假设说，是因为有一些阿公不认识字，只能印台语吗？可是我也很怀疑这个假设啊。啊，不然因为我也想象不到其他人为什么一定要台语，就他说买就只买一次嘛，那为什么干嘛要花这成本配那么多？我可以大可就配一两部就好了。嗯，就给一些人买就好了。所以后来有一些倒了。对，因为如果是只是为了说大家给一些人买一次两次，那个他做这个成本好像真的太多了，应该也不会那么多人。而且他们是找那种真正的020式那个色情电话的人，就我看一个苹果新闻的报道，是找色情电话的人，然后去配，就他刚好有一个管道，然后去配这个所谓的 A 片。所以他们这不是真的找上公司的配音员，真的配音员，他也许技巧或者是他的声音表现没有那么好，因为他可能还不敢或放不开吧。可是020式的人还蛮专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部片的配音员应该是还蛮专业的。我自己觉得，因为你要看那个影像，听到声音再叫一次，我觉得那个有点难。对，啊，那都其实都还蛮顺，不会说有。对，然后我听有其中一个报道是，有一个是一对夫妻去配的，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们是两个工作的岗位的同事，然后就是说他们在配的时候其实是会引起欲望的，因为他自己在叫，然后他在叫，可能你只是打字而已，打字的那个打字影响身体还没那么强的，可是。你要去叫的话，哦，那个还蛮去要幻想，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我反而不会觉得他说他那个 A 片看 A 片是为了做不到，哦，就是平常不会做到的事情嘛。对，譬如说女朋友不会让你 SM， 女朋友不会让你。对，可我反而会，现在我觉得看 A 片，除了那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说啊，什么赛车那种比较，哎，就很新奇之外，有一些是平常会发生的。你看到应该就是你平常就有可能，比方说现在走路走到一半，他的裙子被风吹起来，你会觉得哎呦，这平常就会发生。可是你现在看到，你会觉得哦，好特别哦，他被吹起来啊，我不懂。或者他蹲下来的时候，你看他露出来的时候，你平常就看得到了，这不是说遥不可及。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反而觉得哎，这个还蛮幸福，因为他很真实嘛。对，很真实，我觉得很真实。可但我知道也是假，只是说平常应该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也会出现这样场景。但我看到我就觉得哇，就这样也看得到之类的，就不会觉得说那个是不真，不会觉得说，反而就太奇怪了。我反而说哎呦怎么会这样？我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我现在比较就是我平常也看得到的，现在这边也看得到，我反而对那个还蛮。比较有兴趣，除了那些新奇的之外，譬如说你平常交给人家的交稿是怎么交的？就是记事本那个档案，然后就是这样子，对，就会出现，好，我写一下，就是就会出现，这个都是要自己打的，这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类似档案的 Excel 吗？他传给我都是那个记事本。他有一个类似档案，就是说，这个是好，也可以说自己打，也可以说不是自己打，应该是说他，比方说这一部片都是0005，可是下一部片又不一定是0005出现，但他就把这时间打，这个时间码的档案全部复制出来，我只要改这个数字，改一下就好了，就不用说全部连0000点点都要打，就不用。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他先给你一个 model， 然后你自己改那个 model， 去改那个就好。然后出现就是这样，然后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就这样整个。好，那个是记事本。对，记事本里面的，就回传答案都是用记事本。我不是不知道是不是用那个，你说因为是格式相符嘛，所以才用记事本。对 对, 對。因为我不知道，或是他有说他要求用记事本，然后我说哦，那就用记事本这样子。对。那就是像这样想，就其实就没有这一台，对。对，阿姨也不用编号，也没有关系。然后这个也不用，对。现在这样子很清楚，就说就是为了方便我在洗澡。对对对，这样当然这样很好，只是说，对啊。然后这种标点符号都不用出现，都不用，就是直接讲三个字，然后
就像我们在看中文的字幕，其实也没有啊。比如说一般配，不一般打上什么字幕，好像也没有在打成问号啊、句号的。像我是认为说这个，这什么，这个人名就可以打字，就不要用汉字。啊、我觉得反而不要汉字打日文上去，哎、欸，不知道那上面就有，所以我还想说，好，那我昨天我在看的时候，是我觉得说它有很多就是音跟啊那些东西都没出来，这个后面都到不或到目前到这个都没有。好的。所以这一片如果对他们老板的翻译来讲，就不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段是我去那边，但我那时候也想说那个不要翻。那我他是来那边打开的电脑，跟我说这边9:38:07为什么没有翻？这么严格？对。然后叫几声，你就要打几个字。通常就是打几个字。那如果但是已经整个一大长串，那就不是打就打 N， 然后三个点这样子。然后再 N， 再三个点，我也是想这样。啊，这边是就是都没有这样子，但我也就是说，真的已经进入到就是两个都脱光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可以不要没关系。可是在这前面一点的时候，其实需要的。你就说前戏的时候，它是在前戏的部分，它需要把这个东西非常明确的标示出来。对。可是，一旦到了动作片的部分，它就很省略。那时候是这样，他是这样说的。你就说视觉感，如果假设已经开始做了，他们前面的部分，你就不需要再文字。对，就是那边应该也没有想看文字，就是他前后可能还会有对话的话，就需要再加一些字。那如果前后可能有一大串时间是没有对话的话，就也不用。对，他觉得那个就是当他们在开始进行动作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个是翻译工作的工作之外的间隔休息。对，我们都觉得把别人觉得是重点，不过我们都觉得是间隔，然后我们都会想要跳过那部分，就赶快。看到下一个对话出来，那还是工作开始。我觉得这边对我在理解他的状况是蛮。那你说你之前有翻到的部分吗？再说一次嘛，好，就是那是第几次？第四次翻，就最后一次翻。最后一次翻，可是那是已经翻第三、第四次了。嗯。就第三次翻完，然后可能隔几天就会翻第四次，然后就是。他又是一样戴着耳机，然后坐在电脑前面，开了两个算一个 Windows Media Player， 然后现在是计时的，然后开始看，然后开始打啊，字啊进来的啊，然后开始打，然后打完之后啊，休息一下，好一个小时，就这部片完，然后再好再重新再看一次，他到底有没有打到，有没有漏掉或什么，然后再看一次啊，哎啊怎么你刚刚没有听到的，哎怎么会有这个字不知道什么，然后旁边拿起一本字典，然后赶快查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再上去打，然后翻完之后就爆，结束了，然后就把那个片子退出来，然后丢就是这样子种东西，然后把它塞进去之后丢在那边，然后我就跑到厕所去，然后吐，然后整个人就是抱着这个跪在马桶前面，然后抱着。可是那个是为什么想吐？是太累还是说？也可以，就是你长时间一直，可能有可能就长时间面对一台电脑，那它可能辐射。好，这个也可以这样讲，那就是说一直在看那个，因为我的那个的片子，它的讲话都在同一个地方，那后面就是全部都是那个肉体的。那我一直要，可是肉体它有时候中间会出现一些东西，那我必须要去停在那边等它翻，啊，等它结束那一段，然后等它讲话的时候要插进来，然后。就觉得啊，怎么都一直看到黄色肤色的东西在跑的东西，所以我就跪在那边一直吐吐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才起来。然后起来之后也是，就是先打给我兄说，哎、欸，你现在干嘛？他说、啊、他在干嘛？他说我东西要给他。他说哦是啊，那我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拿给我。我说好。然后去那边我就去他家，我就把那个片子这样竖丢到他家，然后就赶快出来。天哪！他说哎、欸，怎么对我那么好？他说那什么啊、哦？我就跟他说那是 A P， 他说哦，你对我那么好。然后说，哎，从此之后，就他说，哦、啊，你那个寄来了，我听到就是我公司打说，哦、啊，你那个寄就收到，就回传那个就收到，哦，好，把他打电话过来的任何的电话跟 email 跟 messenger 全部封锁起来，全部都封锁了，就因为那个吐的接那你的态度说，对，然后后来他是有接那个母片给你吗？
后来他就没有，因为他已经讲说我都一直不接电话，然后信也没有回，然后那个你没有跟他讲你做了吗？他说你连讲了那个你连讲了没有办法，我可能当时那时候也还年轻，就不知道说应该要就是要礼貌跟他讲说我不要做，可是我会觉得我天哪，这个人，因为我原本就说就是我一个礼拜就要翻几次，他就是有硬加加给我，然后我就说不要。然后其实我也是就是跟我一起去的那个有一个女生，她也是我帮助。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要来翻这个？女生她来念翻译。对，我也觉得不认识她，我不认识她，好像三个，而且很久。然后重点是她那天是她跟她男朋友写，她男朋友是日本，我就看她男朋友在那边趴在那边很无聊，因为我在就是另外一个。然后我其实还蛮想问她哥说，哎，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对啊，对啊，但我没有问他啦。啊，所以知道你在做这种 A 片翻译的人不多吧？不会很多，就是如果你们没有问的话，我就不会讲。这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拿可以拿出来大谈的是要啊。有声音跟文字这部分是理解啊，他表达跟理解，你能透过这两个东西去理解之后。你才有欲望。如果你没有文字声音的话，你不知道他在干嘛。对，你就可能好，你可能看这个影片我都看不懂，然后整个影像出来啊，你的刺激指数70%。但是如果加了中文的字幕，加了中文讲好，加了中文配音，它配得很好，那你也觉得或加台语配音，他觉得哇，实在是加力太棒了，瞬间飙升80%。那字幕好有加字幕，然后很清楚念上。哦，因为他做这个啊，他说哦，他喜欢什么？因为他可能他讲自己，他这边讲他自己的个性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女生。你那瞬间飙到90%都有。我觉得对他有点让这个东西更真实。我就讲更真实是说像是电影的幕后花絮，或者说明星的他不是在演唱会的现场，或者他下节目之后那所谓的生活状态，我会更想知道，因为。那些东西反而你知道，可能更不是表演，它可能有更一种贴近那个明星本身吧。那如果透过字幕、透过声音，它可以更加说明或贴近所谓的你欲望的一个主体或对象的话，那也许你那个比较容易达到那个状态。可是就比较难受到刺激。如果它中间反而是变一个表现，或者说它是别的东西去阻隔，那我觉得配音它其实有点阻隔住。对啊，所以我说就是有些。配音可能真的要看市场的需求。我刚刚说，可能有些阿伯看不懂字，他需要这个，然后他觉得这个很好。一开始他也没有跟你讲你是要翻 A 片的，没有到，但就是要确定要试翻的前一两次才讲。啊，你听到你要翻 A 片，你有没有很惊讶？有啊，就想说，他说你愿意接受吗？因为我之前拍只是一部就是很像日剧那种，但后来他那边说是要翻 A 片，没有他就说爱情动作片，那你愿意接受吗？他是讲爱情动作片，他那个 email 上打的是爱情动作。那你有猜到是什么吗？知道啊，爱情动作，他对他说是日本的爱情动作片，你可以接受吗？然后就进来，对啊，跟我当时那一天去有两个在那边示范，另外一位是女生。也有女生翻的哦，对，所以你们是三位在公司工作，没不用在公司，就是去等于是说去把我们示范的再讲一次，我们大概以后要注意哪，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翻的有哪些缺点啊，再讲。那个所谓你的上司，他是懂日文吗？懂一点点日文，懂一点就不是日文。他是怎么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或是代理，或是什么？他可能就。怎么有办法做工？就是说，这个是他自己从日本挑习惯的，然后就自己拿回来，自己弄这样，就是违法的嘛，对不对？应该是违法的吧？应该不是他选的吧？他可能没有到采购这边，就只是说他拿进来之后，他怎么去把那个片子分给
适合的人来翻，对，适合的翻，然后再给他，然后他再带。那他们公司有日剧或其他的吗？有日剧，有日剧，有韩剧，有就一般香港剧那些都有。可是为什么就是独独你是翻 A 片？不是独独，他说现在我们比较缺的是这样的人才，比较缺的是翻译这样的。所以当初你们接洽是透过 BBS， 对 BBS， 然后把资料寄给他之后，他就用 email 给我，然后就帮他包含我的 email 信箱，然后就给我。然后他是母片，就是寄用烧的这样寄给你。对对，连封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就是他就拿一个牛皮纸袋，然后里面就是一样，用那个塑胶膜，然后放在里面。然后他也没有讲什么注意事项，什么都没有。注意事项，他说每次来都是一片空白的光碟片，这样就寄给你，就一片没有什么片，这样就一片两片没有。他会直接用 email 跟我讲，如果有要注意什么，他会直接用 email 讲。然后会不会有哪些片就觉得看到就觉得就是知道说我这个很好处理？不会，每片都不好处理。每片对啊，每片都可能都有新的单字要出现，就可能他包括在医院的时候，他可能有讲医院的话。然后在教室的时候讲教室，有没有最难的？最难的我觉得是医院吧，医院有可能都很麻烦，就有可能他在医院的一些用语啊，什么手术台或什么，我可能不知道。我们平常上课也不会教到什么手术台，什么钳子啊，压这些，对，类似像那个，对他真的有用到，有他可能会讲到，他说拿那个东西，他包括手术刀这样子，那我可能平常我也不会去学到这些单词，要就是要再查。所以你觉得这个都漂亮吗？是，很漂亮。这漂亮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买。是的。你很大。这边。真的很好。你会不会翻一翻，然后突然就是那个？会吗？就是翻译的过程当中，就是被那个 A 片挑起情绪。还好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变工作了。对啊，还好，就比较不会。那你会使用你翻的那些 A 片吗？不会，我比较有一次比较夸张，是我翻完之后，那一次真的翻很久，然后从应该下午一点多开始翻到三四点，翻完之后我就去厕所吐，对，趴在马桶，我是真的像喝醉一样趴在马桶上。为什么？就太累了。太累也有，然后我一直在重复在看这些东西。是啊，对，你会不舒服？会啊，因为你一直重复在看这些东西。对，然后翻完吐完之后，我就先打电话给我一个，就是坐在我家附近的朋友，我跟他说：“哎，你现在在家吗？啊，我们要不要？”他说：“啊，干嘛？”他说：“我等一下拿一个东西给你。”我说：“哦，好，要不然等一下你吃饭的时候拿过来。”然后我就去吃饭，就把那片子丢给他。请他帮你翻吗？不是啊，就给他，我不要再看到那个东西。反正母片我也不用回收。可是你工作还没完成，你翻完了？我翻完了，这样子。所以你。就是都没有留着你的那个工作的，看到就堵了。那 A 片看完之后，就是看完那么多 A 的影像，你有没有再看到什么东西会特别舒压？就是你会最期待又看到什么，就可以远离那种情境，最能够把你带离那种情境。去跑步吧，如果那个时候。所以看完就要赶快跑，一直冲刺这样。不是，也不用冲，就是你不要在，因为就是在等于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就一直对着他翻这样子。其实你会看，你会翻完这个，然后跟女朋友约会吗？不会，不会，绝对不行。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就不会很想看到女朋友嘛？就看完之后。不会啊。完全不会。不会。就然后那会不会讨厌看到女生？就是任何跟女性有关，就是最好都不要再出现我面前。不会，不会，不会，不会。那再问我本来想问的好像这个跑步也不错，就是我想问，就是看完这种片，通常你会想再看什么？就是这样，看新闻吧。真的假的？看新闻？因为你完全不用，就是它是一个发生一个既定，它就是讲，对，所以不用去特别思考说，根本不用想，对，就是让它讲，对。哦，就新闻最好，反正有剧情的有。那你是说他们是要求你们要配上？就是要对每个有音出来的东西字要对，所以他们这个是做的不够精致啊。可每家要求不一样吧，他就没有音这个出现。
但是我们那会有点点点之类的吗？惊叹号，惊叹号没有吗？不用啊，不用惊叹号，没有符号，就只有点点点、点点点这样子就好。因为打那么多音也很奇怪，我打那么多哦，就我刚刚讲嘛，就是有的说他被叫几个嗯，就几个嗯，可是是就一个嗯，然后点点点就好，就是不用。所以在翻的时候，你也不太去看那个做爱的过程，你是一直在注意那个声音跟字有没有出现，有没有在讲话。因为现在我们好像都一直在看他下一句话怎么要出来。对，就是在等他。我因为我也那时候是没有逐字稿嘛，就是在等他。他现在有没有讲话？等他有没有讲话？让他。啊，你是到后来都是用听的而已啊？对，用听的，就是比如他现在讲话，我就按按这样子，然后赶快打。他现在讲了，然后打。打字下去这样子，好，没关系，就是这样。中间这个都不配字幕吗？这边不用配字幕啊，有人想要看吗？你说哦，所以你说，就是可能那个有时候是照那个需求，他有没有需要这样子？就是说，这时候如果他有影响观众的理解的话，譬如说他讲话、在自我介绍，他配字幕。可是如果是这种。这一种在做爱过程应该算是 A 片的重点。对，那字幕会干扰。我觉得会的话，就不应该需要配。所以我在就在前面的啊，配一下前戏的部分会配字幕。对啊，现在也配配啊，但是如果说不配，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所以像现在这样子，你就完全不会去配什么？不会啊，讲话如果讲很少的话也不太会翻出来，还是会？会这样，比方说哦。他说 Kimochi， 那我就拍好好转。他换个位置也会讲话吗？哦、譬如说，哦，卡卡，然后往下卡撑诶。会可以，也会配，因为他要讲话了就配。但是如果现在因为在这个时候，那个呻吟声应该就不会再特别。所以对你来讲，配字幕的时候呻吟的时候，反而是你不是你工作的时候。因为对啊，他现在在呻吟的时候，应该没有人会想要看。哦，没有看，不想看有字幕在那边跑来跑去。对，应该不会想。啊，你这段时间你都怎么办？就是赶快等他过去。对，停的。他、啊、会去看吗？不会快转，不会快，啊、不会快转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字。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讲话要讲话，对，所以也不会快，就在那边等。那你不会想要慢慢看吗？就是说，不会想，就是顺便享受一下，完全不会有感觉。不会，就觉得这一段赶快过去。对，就等他过去，也不用赶快，就是等他跑完这一段。那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蛮复杂。就这样子。就现在我们在等火车，你的火车是9:18，可是现在就9:15。那中间这3分钟，你看很又有新，就不是你的车，新的车进来出去，但是不是你的。然后9:17进来出去，9:37:30又进来又出去，但不是你的。所以呻吟声，或是说所谓他的插入在做爱那个过程，对来讲都不是字幕工作员的工作，放工也不用放，也不能放工，因为你要随时 stand by 要等说。这时候要进来，可能要进来要讲话了，所以注意力是在下一个句子，即将出来还没出现那个句子。对对对，那个句子啊，你也不会想，我嗯，就是因为是工作，所以你看这个也不会有兴奋感。不会，现在好累哦。但其实 A 片翻也蛮简单的吧，它字很少，很少，只是说我其实比较难的是他在自我介绍那边。自我介绍那边比较难，就是他在这个做之前会讲话，不止自我介绍，他做之前可能他会聊天说，哎，你有什么样的经验这样子，这时候会比较，包括他等一下他的事后的访谈，那个讲因为讲很多，啊那些很多有可能是，就他专门用的，那像是一片800，真的觉得很少。为什么英文片的 A 片翻译这么多？不是英文片，我不知道是不是 A 片，是英文片，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到的不是 A 片，是英文片啊！我说的是 A 片 ，A 片一片800，对，1000那个怎么会那么低啊？对，就很廉价哎。对，因为有可能就是说公司也要拿，因为他们借。那你这样划算吗？所以后来就没有做啦。当然不是，那时候也不是为要钱，只是说这样也很少，然后。我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小时的时候，就要这样两三个小时都要耗在那边，
所以等于你一个小时还拿不到两三百。对，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四百而已、啊。很低啊，對啊，就你家教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对，就可能就七八百这样子。对啊。那当时不用加、那当初第一次接拍再翻是什么样的心情？很兴奋吗？就你收到那片光碟片，你知道是 A 片的吗？知道。那你放下去之后开始翻译，你会很兴奋吗？先放下去的时候没有要翻，就只是想看，只是想看一下。先想说先看一下，等一下要翻，等一下再翻这样。所以后来也觉得还好，然后看完之后，但是大概看快看一遍之后，然后就开始翻。哦，翻到第二次、第三次就觉得有点累了。对，因为都是重复的啊。是A 片的剧情重复吗？还是说那家公司进的那个东西很雷同？还是说 A 片对，还是我拿到了有点已经可能是刚好是一样的吧？那如果不是一当初在拆片这个，会觉得这片跟你之前翻的不太一样吗？对啊，不一样。你是说指剧情内容不太一样？剧情内容也不一样。然后这个是像这种片，就是像这个叫新人片，他感觉新人片就是他主导的片，所以他的访谈我猜待会会蛮多的。哦，等一下一定对，就访谈就自我介绍那个访谈蛮多的，会蛮多啊。可是如果是有名的女优的片，访谈也会比较多。哦，因为人家想多听他讲话。对这个，或是他讲他发生最近发生有什么事这样，类似他有可能说啊，我最近去了哪里，然后做什么，他们在也会讲，或是说啊，讲我等一下要做的这份工作是在干嘛的，他也会讲，所以那个会比较长啊，新人片可能也会比较长。那你这点翻是新人片吗？不是，我翻，而且那个没有名的，而且都是比较二三线的，对，所以很其实都还蛮短的。哦，他就在自我介绍中会比较长的，其他都没有什么。我真的跟我一起走。哦，开心。哎呦。我自己。你是不是你啊？你一定要这个。那你看。你看这个。像林心如啊。不会吗？你说他很像林心如。这样子看，我不知道我说。是还蛮漂亮的。对，我这样子看，我以为是林心如。有。因为我这样一直抬头看，然后我还以为是林心如。我还是觉得一片八百好少。对啊，可是如果他是在想说，如果你一个礼拜可以接到四五片的话，其实很多哎。如果你一个礼拜可以工作量到五片，五八四十，一个礼拜你就是4000块的收入。没有，而且当时觉得还好啦，但是现在其实这个算是轻松的，因为我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现在有的话。你还会想接吗？因为现在我大概真的两片，我就可以两个小时，我就可以搞定一片了。啊，如果现在有的话，你想接吗？不一定。不一定的原因是，因为就之前做那，就觉得不要再做的原因，就是在翻的时候会觉得，就你这样重复看是会觉得很恶心。可如果是日剧的话，会恶心吗？日剧那个电影啊，日剧那种不会啊。为什么？日剧的话就正常的翻译啦。那我在想说，为什么看日剧的时候不会恶心，可是看 A 片翻译的时候会恶心？因为会一直看到身体啊，一直看到身体让你不舒服。会，然后，对啊，当然可能一直重复吧，会觉得哦好恶心这样，然后就不会想再看。那如果是日剧的话，应该还好。如果本身对那日剧是有兴趣的话，就会觉得你等一边看，是一边在。观赏那个日剧，然后一边在工作这样子。所以翻译 A 片没有办法让你达到观赏的原因，是因为它让你觉得不舒服。嗯，因为看久了就不舒服。那你以前会看 A 片吧？会啊啊！以前看会觉得至少还觉得好看。而像我的经验的话，我看 A 片是其实我现在根本不可能从头看到尾，大概自我介绍看一下，然后中间那个转景就跳过去。然后跳到大概在抚摸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进行的地方，然后大概快射的时候就会跳下一段了，或是射完之后也懒得再听啊。如果女生会讲话就听她讲，可是如果在那啰里吧嗦的话我就会跳。所以是因为你可以控制你想就是你可以跟着你的愿望或想要看的地方走，对，但是在工作你就不行，就要照着它从头到尾都要看。
哦，所以你会觉得你的那个希望或你的欲望或是你的愿望是被人家带着跑得很不舒服。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就觉得哎，为什么我一定要在看那边？这你说你会看从自我介绍，然后这样跳跳跳跳跳，可是有些人他可能不想要看自我介绍啊，他可能到后来真的到后来只是看那个中间做爱的部分而已。连自我介绍都不会看，像我其实中间我都不看的，中间不看，对对 对，什么中间不看？我说如果我自己看的话，我是前面如果把它分成第一段就是他在讲话，然后哦分成五段好，第一段分成四段，第一段讲话，然后爱抚，然后做，然后射结束讲话啊、哦，那我第三段我可能不会看，做爱部分你不会看，不会看，哈。我会看讲话跟第一段跟第二段。您说你平常的话，我不会看第三段、三四五，我可能不会看，因为对我来讲那都千篇一律的东西。到三四五，对我来讲，那你说千篇一律是为什么会觉得千篇一律啊？这些刚从刚刚放的就那些片段都是千篇一律，就在讲话的时候。是因为你工作看过了吗？然后你觉得，就是你工作经验那个一直在那边看，你觉得不舒服，还是说你以前看也是这样子的吗？我蛮怀疑的、欸，可是我真的是这样子。那你不看他三四五的，那你看 A 片不看他做爱，那你到底在看什么？就那个可能看一下就对。然后，哦，当你突然发现，上面标榜着是台语发音的时候，变得自己那的确让我蛮震撼。就是说你在看那个台语发音的字幕是让你有点陌生的，或者说它有点让你觉得好耐啊耐。所以，我觉得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陌生，或是。不是所说，另外一种是觉得好笑或可笑。对，那我觉得我在想到底这个可笑是什么，因为我自己的惯常用语是台语，可是为什么我看到台语会觉得好笑？会觉得，我觉得可笑是不协调。你讲原本认为的这样子，但他却做了不一样，所以跟是不是台语没有很全然的关系？我觉得可能跟台语没有关系，就是单纯只是音轨跟影像的不协调。对，有可能他今天他配的是国语，你也会觉得，哎，怎么这样子，怪怪的，好奇怪哦。因为配上的是日语，配上的是，不，可是配上国语，其实老实讲，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想象得到。我觉得配上台语的冲击还是蛮大的。所以如果配上国语就不会那么，可能会觉得很笨，可是不会觉得好，不会觉得很怪哎。可是配台语真的很怪，说真的。那可能他为什么要做台语？一定有一些阿公是。可是你可以假设说，是因为有一些阿公不认识字，只能听台语吗？可是我也很怀疑这个假设啊。啊，不然因为我也想象不到其他人为什么一定要台语。就他说买就只买一次嘛，那为什么干嘛要花这成本配那么多？我可以大可就配一两部就好了。嗯，就给一些人买就好了。所以后来有一些倒了对，因为如果是只是为了说大家给一些人买一次两次，那个他做这个成本好像真的太多了，应该也不会那么多人。而且他们是找那种真正的020室那个色情电话的人，就我看一个苹果新闻的报道，是找色情电话的人，然后去配，就他刚好有一个管道，然后去配这个所谓的 A 片。所以他们不是真的找上公司的配音员，真的配音员，他也许技巧或是他的声音表现没有那么好，因为他可能还不敢或放不开吧。可是020室的人还蛮专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部片的配音员应该是还蛮专业的。我自己觉得，因为你要看那个影像，听到声音再叫一次，我觉得那个有点难。对，啊，都其实都还蛮顺，不会说有对。然后我听有其中一个报道是，有一个是一对夫妻去配的，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们是两个工作的岗位的同事，然后就是说他们在配的时候其实是会引起欲望的，因为他自己在叫，然后他在叫可能你只是打字而已，打字的那个打字影响身体还没那么强的，可是。你要去叫的话，哦，那个还蛮去要幻想，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我反而不会觉得他说他那个 A 片看 A 片是为了做不到，哦，就是平常不会做到的。
事情吗？对，譬如说女朋友不会让你 SM， 女朋友不会让你。对，可我反而会，现在我就看 A 片，除了那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说啊，什么赛车那种比较，就很新奇之外，有一些是平常会发生的，你看到应该就是你平常就有可能，比方说现在走路走到一半，她的裙子被风吹起来，你会觉得哎呦，这平常就会发生，可是你现在看到，你会觉得哦，好奇，好特别哦，她被吹起来啊，我不懂。或者他蹲下来的时候，你看他露出来什么，你平常就看得到了。这不是说遥不可及，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反而觉得，哎，这个还蛮幸福，因为他很真实嘛。对，很真实，我觉得很真实。可当然，我知道也是假，只是说平常也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也会出现这样场景。但我看到，我就觉得哇，就这样也看得到之类的。就不会觉得说那个是不真，不会觉得说，反而就太奇怪了。我反而说，哎呦，怎么会这样？我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我现在比较那个，我平常也看得到的，现在这边也看得到，我反而对那个还蛮比较有兴趣。除了那些新奇的之外，譬如说你平常交给人家的交稿是怎么交的？就是记事本那个档案。然后就是这样子，对，就会出现。好，我写一下，就会出现。这个是不是要自己打？这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类似档案的 Excel 吗？它传给我都是那个记事本。它有一个类似档案，就是说，这个其实好，也可以说自己打，也可以说不是自己打，应该是说它，比方说。这一部片都是0005，可是下一部片又不一定是0005出现，但他就把这个时间码的档案全部复制出来，我只要改这个数字，改一下就好了，就不用说全部连0000点点都要打，就不用。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他已经给你一个 model， 然后你自己改那个 model， 就改那个就好，然后出现就是这样，然后一直下，就这样整个。好，那个是记事本。对，记事本里面的，就从回传档案都是用记事本。我不是不知道是不是容那个你说因为是格式相符嘛，所以才用记事本。对 对，因为我不知道，或是他有说他要求用记事本，那我说哦，那就用记事本这样子，对，那就是像这样想，就其实就没有这一台，对，对，阿姨也不用编号也没有关系，对啊，然后这个也不用，对，现在这样子很清楚，就说就是为了方便我在洗澡，对，这样当然这样很好，只是说。然后这种标点符号都不用出现，都不用，就是直接讲三个字，然后就像我们在看中文的字幕，其实也没有，就是说一般配，我们一般打上什么字母，好像也没有在打什么问号啊、句号。像我是认为说这个。这什么？这个人名就可以打字，就不要用汉字。哦、我觉得反而不要汉字，打日文上去。哎，不知道那上面就有，所以我还想说，好，那我昨天我在看的时候是有觉得说，它有很多就是那些东西都没出来，这个。后面都到不或到目前到这个功能，头疼的。所以这一片如果对他们老板的翻译来讲是算不好。就不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段是我去那边，但我那时候也想说那个不要翻。那我他是来那边打开的电脑跟我说这边9:38:07为什么没有翻？这么严格？对。然后叫几声你就要打几声。通常就是打几个字，那如果当然是已经整一大长串，那就不是打就打 N， 然后三个点这样子，然后再 N 再三个点，类似像这样。啊，这边是就是都没有这样子，但我也就是说，真的已经进入到就是两个都脱光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可以不要没关系。可是在这前面一点的时候，其实需要的。你就说前戏的时候，它是在前戏的部分，它需要把这个东西非常明确的标示出来。对。可是，一旦到了动作片的部分，它就很省略。那时候是就这样，它是这样说的。你就说视觉感，如果假设已经开始做了，他们前面的部分，你就不需要再文字。对，就是那边应该也没有想看文字，就是它前后可能还会有对话的话，就需要再加一些字。但如果前后可能有一大串时间是没有对话的话，就也不用。对，他就觉得那个
就是当他们在开始进行动作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个是翻译工作的工作之外的间隔休息。对，我们都觉得把别人觉得是重点，不过我们都觉得是间隔，然后我们都会想要跳过那部分，就赶快看到下一个对话出来，那才是工作的开始。我觉得这边对我在理解他的状况是蛮清楚。那你说你之前有翻到的？再说一次嘛，好，就是那是第几次？第四次翻，就最后一次翻。最后一次翻，可是那是已经翻第三、第四次了。就第三次翻完，然后可能隔几天就会翻第四次，然后就是他又是一样戴着耳机，然后坐在电脑前面开了两个算一个 Windows Media Player， 然后现在是计时的，然后开始看，然后开始打啊字啊进来打啊，然后开始打，然后打完之后啊休息一下，好一个小时就这部片完了，然后再好再重新再看一次，他到底有没有打到，有没有漏掉或什么。看一次啊，那怎么你刚刚没有听到的？哎，怎么会有这个字？不知道什么，然后旁边拿起一本字典，然后赶快查，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再上去打，然后翻完之后，就哇，结束了，然后就把那个片子退出来，然后丢，就是这样子整东西，然后把它塞进去之后丢在那边，然后我就跑到厕所去，然后吐，然后整个人就是抱着这个跪在马桶前面，然后抱着。可是那个。是为什么想吐？是太累还是说太不舒服？也可以，就是你长时间一直，可能有可能就长时间面对台电脑，那它可能辐射。好，这个也可以这样讲。那就是说一直在看那个，我的那种的片子，它的讲话都在同一个地方，那后面就是全部都是那个肉体的。那我一直要，可是肉体它有时候中间又要出现一些东西，那我必须要去停在那边等它翻。啊，等他结束那一段，然后等他讲话的时候要插进来，然后就觉得啊，怎么都一直看到黄色肤色的东西在跑来跑去，所以我就跪在那边一直吐吐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才起来，然后起来之后也是就是先打给我说，说哎，你现在干嘛？他说啊，他在干嘛？他说我有东西要给他，他说哦是啊，那我们等下吃饭的时候我拿给我，我说好，然后去那边我就去他家，我就把那个片子这样树丢到他家，然后就赶快出来。天哪，他说哎，怎么对我那么好？他说那什么啊，我就跟他说那是 AP， 他说哦，怎么对我那么好？然后说哎，从此之后，就他说哦，你那个寄来了，我听到就是我公司打说哦，你那个寄都收到，就回传那个就收到哦，好，然后他打电话过来的任何一个电话跟 email 跟 messenger 全部都封锁了，就因为那个吐的接那个太不舒服。对，然后后来他是有寄那个母片给你。后来他就没有，因为他已经想说我都一直不接电话，然后信也没有回，然后那个你没有跟他讲你做吗？他说你连讲那个我连讲的没有办法，我可能当时那时候也还年轻，就不知道说应该要就是要礼貌跟他讲说我不要做，可是我会觉得我天哪，这个，因为我原本就说就是我一个礼拜就算翻几次，然后他就是有硬加要加给我，然后我就觉得不要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是，就是跟我一起去的那个有一个女生，她也是文化日，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要来翻这个女生翻那边翻译？对，我也觉得不认识她，我不认识她，好想翻，而且很久。然后这也是她那天是她跟她男朋友写，她男朋友是日本，我就看她男朋友在那边趴在那边很无聊，因为我在就是另外一个，然后我其实还蛮想问她哥说，哎。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对啊，对啊，但我没有问他。啊，所以知道你在做这种 A 片翻译的人不多吧？不会很多，就是如果你们没有问的话，我就不会讲。这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拿可以拿出来大谈的事要啊。有声音跟文字这部分是理解，他表达跟理解，你能透过这两个东西去理解之后。你才有欲望。如果你没有文字声音的话，你不知道他在干嘛。对，你就可能好，你可能看这个影片我都看不懂，然后整个影像出来啊，你的刺激指数70%。但是如果加了中文的字幕，加了中文讲好，加了中文配音，搭配的很好，那你也觉得或加台语配音，他觉得哇，实在是加的太棒了，瞬间飙升到80%。那字幕好有加字幕，然后很清楚念字。哦，因为他做这个啊，他说哦，他喜欢什么？因为他可能他讲自己，他这边讲他自己的个性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女生。
你那数据飙到90%都有。我觉得对，它有点让这个东西更真实。我就讲更真实是说，像是电影的幕后花絮，或者说明星的他不是在演唱会的现场，或者他下节目之后那所谓的生活状态，我会更想知道，因为那些东西反而你知道，可能更不是表演，他可能有更一种贴近那个明星本身吧。那如果透过字幕、透过声音，它可以更加说明或贴近所谓的你欲望的一个主体或对象的话，那也许你那个比较容易达到那个状态。可是就比较难受到刺激。如果它中间反而是变一个表现，或者说它是别的东西去阻隔，那我觉得配音它其实有点阻隔住了。对啊，所以我说就是有些配音可能真的要看市场的需求。我刚刚说可能有些阿伯看不懂字，他需要这个，然后觉得这个很好。尽量翻车。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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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他也没有跟你讲你是要翻 A 片的，没有到，但就是要确定要试翻的前一两次才讲。啊，你听到你要翻 A 片，你会很惊讶？有啊，就想说，他说你愿意接受吗？因为我之前谈只是一部就是很像日剧那种，但后来他那天说只是要翻 A 片，没有他就说爱情动作片，那你愿意接受吗？他是讲爱情动作片，他那个 email 上打的是爱情动作片，那你有猜到是什么吗？知道啊，爱情动作，他对他说是日本的爱情动作片，你可以接受吗？然后就接来，对啊，跟我当时那一天去有两个在那试翻，另外一位是女生，也有女生翻的哦。对，这是所以你们是三位在公司工作？没有，不用在公司工作，就是去等于是说去把我们试翻的再讲一次，我们大概以后要注意哪，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翻的有哪些缺点，再讲一次。那个。所谓你的上司，他是懂日文吗？懂一点点日文，懂一点就不是日文。他是怎么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或是代理，或是什么？他可能就怎么有办法做工？就是说，这个是他自己从日本挑习惯的，然后就自己拿回来，自己弄这样，就是违法的嘛，对不对？应该是违法的吧？应该不是他选的吧？他可能也没有到采购这边，就只是说他拿进来之后，他怎么去把那个片子分给适合的人翻？对，适合的人翻，然后再给他，然后他再。那他们公司有日剧或其他的吗？有日剧，有日剧，有韩剧，有就一般香港剧那些都有。可是为什么就是独独你是翻 A 片？不是独独，他说现在我们比较缺的是这样的人才，比较缺的是翻译这样的。所以当初你们接洽是透过 BBS， 对 BBS， 然后把资料寄给他之后，他就用 email 给我，然后就帮他包了 email 信箱，他就给我。然后他是母片，就是寄用烧的这样寄给你。对对，连封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就是他就拿一个牛皮纸袋，然后里面就是一样，用那个塑胶膜，然后放在里面这样。然后他也没有讲什么注意事项，什么都没有。注意事项，他说每次来都是一片空白的光的片，这样就寄给你，就一片没有什么片，这样就一片两片没有。他会直接用 email 跟我讲，如果有要注意什么，他会直接用 email 讲。然后会不会有哪些片就会觉得看到就觉得就是知道说哦这个很好处理？不会，每片都不好处理。每片对啊，每片都可能都有新的单字要出现，就可能他包括在医院的时候，他可能有讲医院的话。然后在教室的时候讲教室，有没有最难的？最难的我觉得是医院吧，医院有可能都很麻烦，就有可能他在医院的一些用语啊，那什么手术台或什么，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平常上课也不会教到什么手术台、什么钳子啊，压的钳，对，类似像那个，对啊，真的有用到，有他可能会讲到，他说拿那个东西，他包括手术刀这样子，那我可能平常我也不会去学到这些单词，啊，要就是要再查。所以你觉得这个很漂亮吗？是，很漂亮。这漂亮吧？不知道为什么你要买。是的。你很台。这边。想想，好。
你会不会翻一翻，然后突然折纸本？会吗？就是翻译的过程当中，就是被那个 A 片挑起情绪。还好哎。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变工作了、啊。对啊，还好，就比较不会。那你会使用你翻的那些 A 片吗？不会，我比较有一次比较夸张，是我翻完之后，那一次真的翻很久，然后从应该下午一点多开始翻到三四点，翻完之后我就去厕所吐，对，趴在马桶，是真的像喝醉一样趴在马桶上。为什么？是太累了。太累也有，然后我一直在重复在看这些东西。是啊，对，你会不舒服。会啊，因为你一直重复在看这些东西。对，然后翻完吐完之后。我就先打电话给我一个，就是住在我家附近的朋友，我跟他说：“哎、欸，你现在在家吗？啊，我们要不要去？”他说：“啊，干嘛？”他说：“我等一下拿一个东西给你。”他说：“哦，好，不然等一下你吃饭的时候拿过来。”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就把那片子丢给他。请他帮你翻吗？不是啊，就给他，我不要再看到那个东西。反正母片我也不用回收。可是你工作还没有完成，你翻完了？我翻完了，这样子。所以你就是都没有留着你的那个工作的。看到就吐了。那 A 片看完之后，就是看完那么多 A 的影像，你有没有再看到什么东西会特别舒压？就是你会最期待又看到什么，就可以远离那种情境，最能够把你带离那种情境。去跑步吧，如果那个时候。哦。所以看完就要赶快跑，一直冲刺这样。也不用说，就是你不要再因为就是在等于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就一直对着他翻这样子。其实你会看，你会翻完这个，然后跟女朋友约会吗？不会，不会，绝对不行。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就不会很想看到女朋友嘛？就看完之后。不会啊。完全不会。不会、啊。就然后那会不会讨厌看到女生？就是任何跟女性有关，就是、最好都不要再出现我面前。不会，不会，不会，对。那在问魔法你想问？这个跑步也不错，就是我想问，就是看完这种片，通常你会想再看什么？就是这样，看新闻吧。真的假的？看新闻？因为你完全不用，就是它是一个发生一个既定，它就一直讲，对，所以、啊、你不用去特别思考说，根本不用想，对，就是让他讲，对。哦，就新闻最好，反正有剧情就有。哎、欸，那你是说他们是要求你们要配上？就是要对每个有音出来的东西字要对，所以他们这个是做的不够精致啊。可能每家要求不一样吧，他就没有音这个出现。但是我们那个，然后有点点点之类的吗？可以，惊叹号没有吗？不用啊，不用惊叹号，没有符号，就只有点点点、点点点这样子就好。因为打那么多音也很奇怪，我打那么多哦。就我刚刚讲嘛，就是有的说他配叫几个嗯，就几个嗯，可是是就一个嗯，然后点点点就好，就是不用。所以在翻的时候，你也不太去看那个做爱的过程，你是一直在注意那个声音跟字有没有出现，有没有在讲话。因为现在我们好像都一直在看他下一句话什么时候出来了。对，就是在等他。我因为那时候是没有逐字稿嘛。就是在等他，他现在有没有讲话？等他有没有讲话，让他按、啊、你讲。到后来都是用听的而已啊，对，用听的，就是，比如他现在讲话，我就按按这样子，然后赶快打。他现在讲，然后打，打字下去这样子。好，没关系，就是这样，中间这个都不配字幕吗？这边不用配字幕啊，有人想要看吗？你说哦，所以你说。可能那个有时候是照那个需求，他有没有需要这样子？就是说，这时候如果他有影响观众理解的话，比如说他讲话、在自我介绍，他配字幕。可是如果是这一种在做爱过程，应该算是 A 片的重点。对，那字幕会干扰。我觉得会的话，就不应该需要配。所以我在就在前面的啊配一下前戏的部分会配字幕。对啊，现在也配啊，但是如果说。不配，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所以像现在这样子，你就完全不会去配什么？不会。啊，讲话如果讲很少的话也不太会翻出来，还是会？会这样。比方说哦，他说 Kimochi， 那我就翻好好转。他换个位置也会讲话吗？譬如说哦，卡卡，然后我在卡称哎，会可以，也会配，因为他要讲话了就配。但是如果
现在因为在这个时候，那个呻吟声应该就不会再特别。所以对你来讲，配字幕的时候呻吟的时候，反而是你不是你工作的时候。因为对啊，他现在在呻吟的时候，应该没有人会想要看。哦，没有看，不想看有字幕在那边跑来跑去。对，应该不会想看。那、啊、你这段时间你都怎么办？就是赶快等他过去。对，停着。他、啊、会去看吗？不会快转，不会快，啊、不会快转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字，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讲话要讲话，对，所以也不会快，就在那边等。那你不会想要慢慢看吗？还是说不会想，就是顺便享受一下，完全不会有感觉，不会，就觉得这一段赶快过去。对，就等他过去，也不用赶快，就是等他跑完这一段。那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就这样子。就现在我们在等火车，你的火车是9:18，可是现在就9:15。那中间这3分钟，你看很又有新，就不是你的车，新的车进来出去，但是不是你的。然后9:17进来出去，9:17:30又进来又出去，但不是你。所以呻吟声，或是说所谓他的插入在做爱那个过程，对来讲都不是字幕工作员的工作，放空。对，也不用放，也不能放空，因为你要随时 stand by， 要等说这时候要进来。肯定要进来要讲话了，所以注意力是在下一个句子，即将出来还没出现那个句子，对对对对，那个句子啊，你也不会想，不嗯，就是因为是工作，所以你看这个也不会有兴奋感，不会，现在好累哦。那其实 A 片翻也蛮简单的吧，它字很少，都很少，只是说我其实比较难的是他在自我介绍那边。自我介绍那边比较难，就是他在这个做之前会讲话，不止自我介绍，但他做之前可能他会聊天说，哎，你有什么样的经验这样子，这时候会比较，包括他等一下他的事后的访谈，那也会讲，因为讲很多，啊，那些很多有可能是，就他专门用的，那像是一片800，真的觉得很少。为什么英文片的 A 片翻译这么多？不是英文片，我不知道是不是 A 片，是英文片，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到的不是 A 片，是英文片啊！我说的是 A 片 ，A 片一片800，对，1000那个怎么会那么低啊？对，就很廉价哎。对，因为有可能就是说公司也要拿，因为他们借。那你这样划算吗？所以后来就没有做了。当然不是，那时候也不是为要钱，只是说这样也很少，然后。我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小时的时候就要这样2-3个小时都要耗在那边，所以等于你一个小时还拿不到200-300，对，耗一个小时也才400而已、啊，很低啊。對啊，就你加价的话，等一个小时，对、啊，就可能就700-800这样子，对、啊。那当时不用加，那当初第一次接拍再翻是什么样的心情？很兴奋吗？就你收到那片光碟片，你知道是 A 片的吗？知道。那你放下去之后开始翻译，你会很兴奋吗？先放下去的时候没有要翻，就只是要看，只是想看一下，先想说先看一下，等一下要翻，等一下再翻这样子。所以后来也觉得还好，然后看完之后，但是大概看快看一遍之后，然后就开始翻。好，翻到第二次、第三次就觉得有点累了。对，因为都是重复的啊。是A 片的剧情重复吗？还是说？那家公司进的那个东西很雷同，还是说 A 片对，还是我拿到了有点已经可能是刚好是一样的吧？那如果不是当初在插 A 片这个，会觉得这片跟你之前翻的不太一样吗？对啊，不一样。你是说指剧情内容不太一样？剧情内容也不一样。然后这个是像这种片，就是像这个叫新人片，他感觉新人片就是他出道的片，所以他的访谈我猜待会会蛮多的。哦，等一下，一定对，就访谈，就自我介绍那访谈蛮多的，会蛮多啊。可是如果是有名的女优的片，访谈也会比较多。哦，因为人家想多听他讲话，对这个，或是他讲他发生最近发生有什么事这样，类似他有可能说啊，我最近去了哪里，然后做什么，他们那边会讲，或是说啊，讲我等一下要做的这份工作是在干嘛的，他也会讲，所以那个会比较长啊。新人片可能也会比较长。那你之前翻的是新人片吗？不是，我翻，而且那个没有名的，而且都是比较2-3线的。对，所以很其实都还蛮短的。哦。他就在自我介绍中会比较长，其他都没有什么。
还有刚才跟我出手。哦，开心。哪里有？哎呦。我自己。我是不是你的？你给我这个。我们家。很像林心如啊，不会吗？你说他很像林心如，这样子看，我不知道，是还蛮漂亮的。对，我这样子我看，我以为是林心如，有，因为我这样一直抬头看，然后我还以为是林心如，我还是觉得一片八百好少。对啊，可是如果他是在想说，如果你一个礼拜可以接到四五片的话，其实很多哎。如果你一个礼拜可以工作量到五片，五八四十，一个礼拜就是4000块收入。没有，而且当时觉得还好啦，但是现在其实这个算轻松的，因为我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他现在有的话，你还会想接吗？因为现在我大概挣两片，我就可以两个小时，我就可以搞定一片了。啊，如果现在有的话，你想接吗？不一定。不一定的原因是，因为就之前做那，就觉得不要再做的原因，就是在翻的时候会觉得。就你这样重复看是会觉得很恶心，可如果是日剧的话会恶心吗？日剧那个电影啊，日剧那种不会啊。为什么？日剧的话就正常的翻译啦、啊。没有，我在想说为什么看日剧的时候不会恶心，可是看 A 片翻译的时候会恶心？因为会一直看到身体、啊，一直看到身体让你不舒服。会，然后。对啊，当然可能一直重复吧，会觉得哦好恶心这样，然后就不会想再看。那如果是日剧的话，应该还好。如果本身对那日剧是有兴趣的话，就会觉得哎，你等一边看，哎是一边在观赏那个日剧，然后一边在工作这样子。所以翻译 A 片没有办法让你达到观赏的原因，是因为它让你觉得不舒服。嗯，因为看久了就。那你以前会看 A 片吧？会啊啊！以前看会觉得至少还觉得好看，而像我的经验的话，我看 A 片是其实我现在根本不可能从头看到尾，大概自我介绍看一下，然后中间那个转景就跳过去，然后跳到大概在抚摸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进行的地方，然后大概快射的时候就会跳下一段了，或是射完之后。也懒得再听啊，如果女生会讲话就听她讲，可是如果在那啰里吧嗦的话我就会跳，所以是因为你可以控制你想就是说你可以跟着你的愿望或想要看的地方走，对，但是在工作你就不行，就要照着她从头到尾都要看。哦，所以你会觉得你的那个希望或你的欲望或是你的愿望是被人家带着跑得很不舒服。有可能是因为这样，也有可能是因为就觉得哎、欸，为什么我一定要在看那边？这你说你会看从自我介绍，然后这样跳，可是有些人他可能不想要看自我介绍啊。他可能到后来真的到后来只是看那个中间做爱的部分而已，连自我介绍都不会看。像我其实中间我都不看的，中间不看。对，什么中间不看？我说如果我自己看的话，我是前面如果把它分成第一段就是他在讲话，然后。哦，分五段好，第一段啊，分四段，第一段讲话，然后爱抚，然后做，然后射结束，讲话啊。那我第三段我可能不会看。做爱部分你不会看？不会看。我会看讲话跟第一段跟第二段。您说你平常的话我不会看第三段三四五我可能不会看，因为对我来讲那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到三四五对我来讲。那你说千篇一律是为什么会觉得千篇一律啊？这些从刚刚放的就那些片段都是前面就在讲话的时候，是因为你工作看过了吗？然后你觉得，就是你工作经验那个一直在那边看，你觉得不舒服，还是说你以前看也是这样子的吗？我蛮怀疑的、欸。可是我真的是这样子、欸。那你不看他三四五的話，那你看 A 片不看他做爱，那你到底在看什么？就那个可能看一下就对，然后哦，当你突然发现。上面标榜的是台语发音的时候，變得自己那的确让我蛮震撼。就是说，你在看那个台语发音的字幕，是让你有点陌生的，或者说它有点让你觉得，奈啊奈。所以，我觉得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陌生或是不知所措，另外一种是觉得好笑或可笑。对。那我觉得我在想到底这个可笑是什么？因为我自己的惯常用语是台语，可是为什么我看到
台语会觉得好笑，会觉得我觉得可笑是不协调。你讲原本认为的这样子，但他却做了不一样，所以跟是不是台语没有很全然的关系。我觉得可能跟台语没有关系，就是单纯只是音轨跟影像的不协调。对，有可能他今天他配的是国语，你也会觉得哎，怎么这样子，怪怪的，好奇怪哦。因为配上了是日语，配上的是，不，可是配上国语，其实老实讲，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想象得到。我觉得配上台语的冲击还是蛮大的。所以如果配上国语就不会那么，可能会觉得很笨，可是不会觉得好，不会觉得很怪哎。可是配台语真的很怪，说真的。那可能他为什么要做台语？一定有一些阿公是。可是你可以假设说，是因为有一些阿公不认识字，只能听台语吗？可是我也很怀疑这个假设啊。要不然，因为我也想象不到其他人为什么一定要台语。就他说买就只买一次嘛，那为什么干嘛要花这成本配那么多？我可以大可就配一两部就好了，就给一些人买就好了。所以后来有一些倒了。对，因为如果是只是为了说大家给一些人买一次两次，那个他做这个成本好像真的太多了，应该也不会那么多人。而且他们是找那种真正的020式那个社群电话的人，就我看一个苹果新闻的报道，是找社群电话的人，然后去配，就他刚好有一个管道，然后去配这个所谓的 A 片，所以他们所以不是真的找上公司的配音员，真的配音员，他也许技巧或者是他的声音表现没有那么好，因为他可能还不敢或放不开吧。可是020式的还蛮专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部片的配音员应该是还蛮专业的。我自己觉得，因为你要看那个影像，听到声音再叫一次，我觉得那个有点难。对，啊，那都其实都还蛮顺，不会说有。对，然后我听有其中一个报道是有一个是一对夫妻去配的，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们是两个工作的岗位的同事，然后就是说他们在配的时候，其实是会引起欲望的，因为他自己在叫，然后他在叫，可能你只是打字而已，打字的那个打字影响身体还没那么强的，可是你要去叫的话，哦，那个还蛮去要幻想，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我反而不会觉得他说他那个 A 片看 A 片是会做不到，哦，就是平常不会做到的事情嘛。对，譬如说女朋友不会让你 SM， 女朋友不会让你。对，可我反而会，现在我觉得看 A 片，除了那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说啊，什么赛车那种比较，就很新奇之外，有一些是平常会发生的，你看到应该就是你平常就有可能，比方说他现在走路走到一半，他的裙子被风吹起来，你会觉得哎呦。这平常就会发生，可是你现在看到，你会觉得哦，好特别哦，他被吹起来啊！我不懂，或者他蹲下来的时候，你看他露出来的时候，你平常就看得到了，这不是说遥不可及，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反而觉得，哎，这个还蛮幸福，因为他很真实嘛，对，很真实，我觉得这很真实。可但我知道也是假，只是说平常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也会出现这样场景，但我看到我就觉得哇。就这样也看得到之类的，就不会觉得说那个是不真，不会觉得说，反而就太奇怪了。我反而说，哎呦，怎么会这样？我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我现在比较就是，我平常也看得到的，现在这边也看得到，我反而对那个还蛮比较有兴趣，除了那些新奇的之外，譬如说你平常交给人家的交稿是怎么交的？就是记事本那个档案。然后就是这样子，对，就会出现。好，我写一下，就是就会出现。这个真的要自己打？这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类似档案的 Excel 吗？它传给我都是那个记事本。它有一个类似档案，就是说，这个是好，也可以说自己打，也可以说不是自己打，应该是说它，比方说。这一部片都是0005，可是下一部片又不一定是0005出现，但他就把这直接打，
这个时间码的档案全部复制出来，我只要改这个数字，改一下就好了，就不用全部连零零点点都要打，就不用。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他给他已经给你一个 model， 然后你自己改那个 model， 改那个就好。然后出现就是这样，然后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就这样整个。哦，那个是记事本。对，记事本里面的，就传回传档案都是用记事本。我不是不知道是不是用那个，你说因为是格式相符嘛，所以才用记事本。对 对，因为我不知道，我只是他有说他要求用记事本，那我说哦，那就用记事本这样子。那就是像这样想，就其实就没有这一台，对对，阿姨也不用编号，也没有关系，对啊。然后这个也不用，对。现在这样子很清楚，就说就是为了方便我在洗澡。对对对，这样当然这样很好，只是说，对啊。然后这种标点符号都不用出现，都不用，就是直接讲三个字，然后就像我们在看中文的字幕，其实也没有，就是说一般配。我们一般打上什么字母，好像也没有再打成问号啊、句号的。像我是认为说这个，这什么，这个人名就可以打字，就不要用汉字。哦。我觉得反而不要汉字，打日文上去，哎，不知道那上面就有。所以我还想说。但我昨天我还在看的时候，是有觉得说它有很多就是跟那些东西都没出来，这个后面都到不快到目前到这个功能。哦，那个。所以这一片如果跟他们老板的翻译来讲是算不？这不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段是我去那边，但我那时候也想说那个不要翻。那我他是来源那边打开了电脑跟我说这边9:38:07为什么没有翻？这么严格？对。然后叫几声，你就要打几个字。通常就是打几个字。那如果但是已经整一大长串，那就不打就打 N， 然后三个点这样子。然后再 N， 再三个点。对，类似像这样子。啊，这边是就是都没有这样子。但我也就是说，真的已经进入到就是两个都脱光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可以不要没关系。可是在这前面一点的时候，其实需要的。你就说前戏的时候，它是在前戏的部分，它需要把这个东西非常明确的标示出来。对。可是，一旦到了动作片的部分，它就很省略。那时候是这样，他是这样说。你就说视觉感，如果假设已经开始做了，他们前面的部分，你就不需要再文字。对，就是那边应该也没有想看文字，就是他前后可能还会有对话的话，就需要再加一些字。那如果前后可能有一大串时间是没有对话的话，就也不用。所以他觉得那个就是当他们在开始进行动作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个是翻译工作的工作之外的间隔休息。对，我们都觉得把别人觉得是重点，不过我们都觉得是间隔，然后我们都会想要跳过那部分，就赶快看到下一个对话出来，那还是工作的开始。我觉得这边对我在理解他的状况是蛮清楚的。那你说你之前有翻到的？再说一次嘛，好，就是那是第几次？第四次翻，就最后一次翻。最后一次翻，可是那是已经翻第三、第四次了。嗯，就第三次翻完，然后可能隔几天就会翻第四次，然后就是他又是一样戴着耳机，然后坐在电脑前面开了两个算一个 Windows Media Player， 然后现在是计时的，然后开始看，然后开始打啊，打字啊，进来的啊，然后开始打，然后打完之后啊。休息一下，好，一个小时，就这部片完了，然后再好，再重新再看一次，他到底有没有打乱，有没有漏掉或什么，然后再看一次。啊，哎，啊，怎么刚刚没有听到的？哎，怎么会有这个字？不知道什么，然后旁边拿起一本字典，然后赶快查，啊，这是这样子，然后再上去打，然后翻完之后，哎，哇，结束了，然后就把那个片子退出来，然后丢，就是这样子整东西，然后把它塞进去之后丢在那边。然后我就跑到厕所去，然后吐，然后整个人就是抱着这个跪在马桶前面，然后抱着。可是那个是为什么想吐？是太累还是说太不舒服？也可以，就是你长时间一直，可能有可能是就长时间面对一台电脑，那它可能辐射。好，这个也可以这样讲。那就是说一直在看那个，因为我的那种的片子，它的讲话都在同一个地方，那后面就是全部都是那个肉体的。那我一直要，可是肉体它有时候中间又出现一些东西，那我必须要去停在那边等它反应。
啊，等他结束那一段，然后等他讲话的时候要插进来，然后就会觉得啊，怎么都一直看到黄色肤色的东西在那跑来跑去，所以我就跪在那边一直吐吐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才起来，然后起来之后也是就是先打给我就说，哎，你现在干嘛？他说、啊、他在干嘛？他说我有东西要给他，他说哦是哦、啊，那我等下吃饭的时候我拿给我，我说好。然后去那边，我就去他家，我就把那个片讲述丢到他家，然后就赶快出来。天哪！他说：“哎，怎么对我那么好？”他说：“那什么啊？”我就跟他说：“那是 A 片。”他说：“哦，你对我那么好。”然后说：“哎，从此之后，就他说：‘哦，你那个寄来了，我听到就是我公司打说，哦，你那个寄就收到，就回传那个就收到。’哦，好。后来他打电话过来的任何一个电话跟 email 跟 MSN 就封锁起来，全部都封锁了。”就因为那个兔儿接让你的态度舒服，对。然后后来他是有接那个母片给你吗？后来他就没有，因为他已经讲说我都一直不接电话，然后信也没有回，然后那个 MSN 你没有跟他讲你做吗？他说你连讲那个力气都讲的没有办法。我可能当时那时候也还年轻，就不知道说应该要就是要礼貌跟他讲说我不要做，所以我觉得我天哪，这个，因为我原本就说。就是我一个礼拜就要翻几次，然后他就是有硬加要加给我，然后我就觉得不要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是，就是跟我一起去的那个有一个女生，她也是我关注，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要来翻这个女生当那边翻译？对，我也觉得不认识她，我不认识她，好像才哎很久。然后重点是她那天是她跟她男朋友写，她男朋友是日本，我就。看她男朋友在那边趴在那边很无聊，因为我在就是另外一个，然后我其实还蛮想问他哥说，哎、欸，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对啊，对啊，但我没有问他啦。啊，所以知道你在做这种 A 片翻译的人不多吧？不会很多，就是如果你们没有问的话，我就不会讲，这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可以拿出来。大谈的是要啊，有声跟文字这部分是理解啊，他表达跟理解，你能透过这两个东西去理解之后，你才有欲望。如果你没有文字声音的话，你不知道他在干嘛。对，你就可能好，你可能看这个影片啊，我都看不懂，然后整个影像出来啊，你的刺激指数70%。但是如果加了中文的字幕，加了中文讲好，加了中文配音，搭配的很好，那你也觉得或加台语配音。他觉得哇，实在是加力太棒了，瞬间飙升80%。那字幕好有加字幕，然后很清楚，你也知道。哦，因为他做这个啊，他说哦，他喜欢什么？因为他可能他讲自己，他这边讲他自己的个性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女生。你在瞬间飙到90%都有。我觉得对他有点让这个东西更真实。我就讲更真实是说，像是电影的幕后花絮，或者说明星的。他不是在演唱会的现场，或者他下节目之后，那所谓的生活状态，我会更想知道，因为那些东西反而你知道，可能更不是表演，他可能有更一种贴近那个明星本身吧。那如果透过字幕、透过声音，他可以更加说明或贴近所谓的你欲望的一个主体或对象的话，那也许你那个比较容易达到那个状态。可是就比较难受到刺激。如果他中间反而是变一个表现，或者说他是。别的东西去阻隔，那我觉得配音它其实有点阻隔住。对啊，所以我说就是有些配音可能真的要看市场的需求。我刚刚说，可能有些阿伯看不懂字，他需要这个，然后觉得这个很好。一开始他也没有跟你讲你是要翻A片的，没有到，但就是要确定要试翻的前一两次才讲。啊，你听到你要翻A片，你会很惊讶？有啊，就想说，他说你愿意接受吗？因为我之前谈只是一部，就是很像日剧那种，但后来他那边说只是要翻 A 片，没有，他就说爱情动作片，那你愿意接受吗？他是讲爱情动作片，他那个 email 上打的是爱情动作片，那你有猜到是什么吗？
知道啊，爱情动作，他对他说是日本的爱情动作片，你们可以接受吗？然后就进来。对啊，跟我当时那一天去有两个在那边示范，另外一位是女生，也有女生翻的哦。对，这是所以你们是三位在公司工作，没有不用在公司工作，就是去等于是说去把我们示范的再讲一次，我们大概以后要注意哪，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翻的有哪些缺点啊，再讲一次。那个所谓你的上司，他是懂日文吗？懂一点点日文，懂一点就不是日文。他是怎么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或是代理，或是什么，他可能就怎么有办法做工？就是说，这个是他自己从日本挑习惯的，然后就自己拿回来，自己弄这样，就是违法的嘛，对不对？应该是违法的吧？应该不是他选的吧？他可能也没有到采购这边，就只是说他拿进来之后，他怎么去把那个片子分给适合的人翻？对，适合的人翻，然后再给他，然后他再。那他们公司有日剧或其他的吗？有日剧，有日剧，有韩剧，有就一般香港剧那些都有。可是为什么就是独独你是翻 A 片？不是独独，他说现在我们比较缺的是这样的人才，比较缺的是翻译这样的。所以当初你们接洽是透过 BBS。对 BBS， 然后把资料寄给他之后，他就用 email 给我，然后就跟他包了 email 信箱，然后就给我。然后他是母片，就是寄用烧的这样寄给你。对对，连封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就是他就拿一个牛皮纸袋，然后里面就是一样，用那个塑胶膜，然后放在里面。然后他也没有讲什么注意事项，什么都没有。注意事项。他说每次来都是一片空白的光碟片，这样就寄给你，就一片没有什么片，这样就一片两片没有。他会直接用 email 跟我讲，如果有要注意什么，他会直接用 email 讲。然后会不会有哪些片就觉得看到就觉得就是知道说哦这个很好处理？不会，每片都不好处理。每片对啊，每片都可能都有新的单子要出现，就可能他包括在医院的时候，他可能有讲医院的话。然后在教室的时候讲教室，有没有最难的？最难的我就是医院吧，医院都很麻烦，就有可能他的医院的一些用语啊，他什么手术台或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平常上课也不会教到什么手术台、什么钳子啊，这些对类似像那个，对他真的有用到，有他可能会讲到，他说拿那个东西，他包括手术刀这样子，那我可能平常我也不会去学到这些单词，他要就是要再查。所以你觉得这个很漂亮吗？是，很漂亮。这漂亮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是的。因为很台语。真的很好。你会不会翻一翻，然后突然就是日本？会吗？就是翻译的过程当中，就是被那个 A 片跳起情绪。还好没有过这样子。就变工作了。对啊，还好，就比较不会。那你会使用你翻的那些 A 片吗？不会，我比较有一次比较夸张，是我翻完之后，那一次真的翻很久，然后从应该下午一点多开始翻到三四点，翻完之后我就去厕所吐，对，趴在马桶，是真的像喝醉一样趴在马桶上。为什么？就太累了。太累也有，然后我一直在重复在看这些东西。是啊，对，其实会不舒服。会啊，因为你一直重复在看这些东西。对，然后翻完吐完之后，我就先打电话给我一个，就是住在我家附近去，我跟他说：“你现在在家吗？我们要不要去？”他说：“干嘛？”他说：“我等一下拿一个东西给你。”他说：“好，不然等一下你吃饭的时候拿过来。”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就把那片子丢给他。请他帮你翻吗？不是啊，就给他，我不要再看到那个东西。反正母片我也不用回收。可是你工作还没完成，你翻完了？翻完了，这样子。所以你。就是都没有留着你的那个工作的，看到就堵了。那 A 片看完之后，就是看完那么多 A 的影像，你有没有再看到什么东西会特别舒压？就是你会最期待又看到什么，就可以远离那种情境，最能够把你带离那种情境。去跑步吧，如果那个时候。所以看完就要赶快跑，一直冲刺的。不是，也不用冲，就是你不要在，因为就是在等于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就一直对着他翻这样子。所以你会看，你会翻完这个，然后跟女朋友约会吗？
不会，不会，绝对不想。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就不会很想看到女朋友嘛？就看完之后，不会啊，完全不会，不会。就然后会、欸、那会不会讨厌看到女生？就是任何跟女性有关，就是、最好都不要再出现我面前。不会，不会，不会，对。哎、欸，那再问我本来想问的，好像这个跑步也不错。就是我想问，就是看完这种片，通常你会想再看什么东西比较好？看新闻吧。看真的假的？看新闻？因为你完全不用，就是它是一个发生一个既定，它就一直讲，一直讲，对，啊、你不用去特别思考说，更不用想，对，就是让它讲，对。哦，就新闻最好，反正有剧情就有。哎、欸，那你是说他们是要求你们要配上？就是要对每个有音出来的东西字要对，所以他们这个是做的不够精致啊。可每家要求不一样吧，他就没有音这个出现。但是我们那然后有点点点之类的吗？可以惊叹号，惊叹号没有吗？不用啊，不用惊叹号，没有符号，就只有点点点、嗯、点点点这样子就好。因为打那么多音也很变奇怪，或打那么多哦。就我刚刚讲嘛，就是有的说他配叫几个嗯，就几个嗯，可是是就一个嗯，然后点点点就好，就是不用。所以在翻的时候，你也不太去看那个做爱的过程，他只是一直在注意那个声音跟字有没有出现，有没有在讲话。因为现在我们好像都一直在看他下一句话怎么都要出来了。对，就是在等他。我因为我也那时候是没有逐字稿嘛。就是在等他，啊、他现在有没有讲话？等他有没有讲话，让他啊，你讲到后来都是用听的而已啊，对，用听的，就是比如他现在讲话，我就按按这样子，然后赶快打。他现在讲，然后打，打字下去这样子。嗯、好，没关系，就是这样，中间这个都不配字幕吗？这边不用配字幕啊，有人想要看吗？你说哦，所以你说。可能那个有时候是照那个需求，他有没有需要这样子？就是说，这时候如果他有影响观众的理解的话，例如说他讲话、在自我介绍，嗯，插配字幕。可是如果是这一种在做爱过程，应该算是 A 片的重点。对，那字幕会干扰。我觉得会的话，就不应该需要配。所以我在只有在前面的啊配一下前戏的部分会配字幕。对啊，现在也配啊，但是如果说。不配，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所以像现在这样子，你就完全不会去配什么？不会。他讲话如果讲很少的话也不太会翻出来，还是会？会这样。比方说哦，他说 Kimochi， 那我们就拍哦，好爽。他换个位置也会讲话吗？哎、哦，比如说哦，卡卡，然后我等下卡称哎，会的，也会配。因为他要讲话了就配，但是如果现在因为在这个时候，那个呻吟声应该就不会再特别。所以对你来讲。配字幕的时候，呻吟的时候，反而是你，不是你工作的时候。因为对啊，他现在在呻吟的时候，应该没有人会想要看。哦，没有看，不想看有字幕在那边跑来跑去。对，应该不会想。那、啊、你这段时间你都怎么办？就是赶快等他过去。对，停着。他会去看吗？不会快转，不会快，啊、不会快转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出现讲话要讲话，对，所以也不会快，就在那边等。那你不会想要慢慢看吗？还是说不会想，就是顺便享受一下，完全不会有感觉，不会，就觉得这一段赶快过去。对，就等他过去，也不用赶快，就是等他跑完这一段。对，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蛮复杂，就这样子。就现在我们在等火车，你的火车是9:18，可是现在就9:15。那中间这3分钟，你看很又有新，就不是你的车，新的车进来出去，但是不是你的。然后9:17进来出去，9:17:30又进来又出去，但不是你的。所以呻吟声，或是说所谓他的插入在做爱那个过程，对来讲都不是字幕工作人员的工作，放空也不用放，也不能放空，因为你要随时 stand by， 要等说这时候要进来。可能要进来要讲话了，所以注意力是在下一个句子，即将出来还没出现那个句子，对对对对，那个句子啊，你也不会想，我嗯，就是因为是工作，所以你看这个也不会有兴奋感，不会，现在好累哦。那其实 A 片翻也蛮简单的吧，它字很少，都很少，只是说我其实比较难的是他在自我介绍那边。
自我介绍那边比较难，就是他在这个做之前会讲话，不止自我介绍，但他做之前可能他会聊天说，哎，你有什么样的经验这样子，这时候会比较，包括他等一下他的事后的访谈，那个讲因为讲很多，啊那些很多有可能是，就他专门用的，那像是一片800，真的觉得很少。为什么英文片的 A 片翻译这么多？不是英文片，我不知道是不是 A 片，是英文片，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A, 我听到的不是 A 片，是英文片。啊，我说的是 A 片 ，A 片 A 片800，对，1000那个怎么会那么低啊？对，就很廉价哎、欸。对，因为有可能就是说公司也要拿，因为他们借。那你这样划算吗？所以后来就没有做啦。当然不是，那时候也不是为要钱，只是说这样也很少，然后。我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小时的时候，就要这样两三个小时都要耗在那边，所以等于你一个小时还拿不到200-300，对，耗一个小时也才400而已、啊，很低啊。对啊，就是你加价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对、啊，就可能就七八百这样子，对、啊。那当时不用加，那当初第一次接拍在翻是什么样的心情？很兴奋吗？就你收到那片光碟片，你知道是 A 片的吗？知道。那你放下去之后开始翻译，你会很兴奋吗？先放下去的时候没有要翻，就只是要看，只是想看一下，先想说先看一下，等一下要翻，等一下再来翻这样子。所以后来也觉得还好，然后看完之后，他就大概看快看一遍之后，然后就开始翻。好，翻到第二次、第三次就觉得有点累了。对，因为都是重复的啊。是A 片的剧情重复吗？还是说？那家公司进的那个东西很雷同，有还是说 A 片 A 片对还是我拿到了有点已经可能是刚好是一样的吧？那如果不是当初在擦 A 片这个，会觉得这片跟你之前翻的不太一样吗？对啊，不一样。你是说指剧情内容不太一样？剧情内容也不一样。然后这个是像这种片，就是像这个叫新人片，他感觉新人片就是他出道的片，所以他的访谈我猜待会会蛮多的。哦，等一下，一定对，就访谈，就自我介绍那访谈蛮多的，会蛮多啊。可是如果是有名的女优的片，访谈也会比较多。哦，因为人家想多听她讲话。对，这个，或是她讲她发生最近发生有什么事这样，类似她有可能说啊，我最近去了哪里，然后做什么，他们那边会讲，或是说啊，讲我等一下要做的这份工作是在干嘛的，她也会讲。所以那个会比较长啊。新人片可能也会比较长。那你这边翻是新人片吗？不是，我翻，而且那个没有名的，而且都是比较二三线的。对，所以很其实都还蛮短的。哦，他就在自我介绍中会比较长一点，其他都没有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秦少。哦，欢迎。哎呦。我自己。我是你啦。你给我这个。我想。那你很像林心如啊，我不会吗？你说她很像林心如？这样子看，我不知道我是还蛮漂亮的。对，我这样子看，我以为是林心如哎，有，因为我这样一直抬头看，然后我还以为是林心如。我还是觉得一片800好少。对啊，可是如果他是在想说，如果你一个礼拜可以接到4-5片的话，其实很多哎。如果你一个礼拜可以工作量到5片。5-8-40，一个半就是4000块的收入。没有，而且当时觉得还好啦，但是现在其实这个算轻松的，因为我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他现在有的话，你还会想接吗？因为现在我大概挣2片，我就可以2个小时，我就可以搞定1片了。如果现在有的话，你想接吗？不一定。不一定的原因是，因为就之前做那，就觉得不要再做的原因就是。在翻的时候会觉得，就你这样重复看是会觉得很恶心。可如果是日剧的话会恶心吗？日剧或者是电影啊？日剧那种不会啊。为什么？日剧的话就正常的翻译啦、啊。没有，我在想说，为什么看日剧的时候不会恶心，可是看 A 片翻译的时候会恶心？因为会一直看到身体啊。一直看到身体让你不舒服。会，然后。对啊，当然可能一直重复吧，会觉得好恶心这样，然后就不会想再看。那如果是日剧的话，应该还好。如果本身对那日剧是有兴趣的话，就会觉得
对，一边看，也是一边在观赏那个日剧，然后一边在工作这样子。所以翻译 A 片没有办法让你达到观赏的原因，是因为它让你觉得不舒服。嗯，因为看久了就不舒服。那你以前会看 A 片吧？会啊，以前看会觉得至少还觉得好看。而像我的经验的话，我看 A 片是，其实我现在根本不可能从头看到尾，大概自我介绍看一下，然后中间那个转景就跳过去，然后跳到大概在抚摸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进行的地方，然后大概快射的时候就会跳下一段了，或是射完之后也懒得再听啊。如果女生会讲话就听她讲，可是如果在那啰里吧嗦的话我就会跳。所以是因为你可以控制你想，就是你可以跟着你的愿望或想要看的地方走。对，但是在工作你就不行，就要照着它从头到尾都要看。哦，所以你会觉得你的那个希望或你的欲望或是你的愿望是被人家带着跑得很不舒服。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就觉得哎，为什么我一定要在看那边？这你说你会看从自我介绍，然后这样跳，可是有些人他可能不想要看自我介绍啊，他可能到后来真的到后来只是看那个中间做爱的部分而已，连自我介绍都不会看。像我其实中间我都不看的，中间不看，对，什么中间不看？我说如果我自己看的话，我是前面如果把它分成第一段就是他在讲话，然后分五段哈，第一段分四段，第一段讲话，然后爱抚，然后做，然后射结束。讲话啊，那我第三段我可能不会看。做爱部分你不会看？不会看。我会看讲话跟第一段跟第二段。您说你平常的话我不会看第三段，三四五我可能不会看，因为对我来讲那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到三四五对我来讲，那你说千篇一律是为什么会觉得千篇一律啊？这些从刚刚放的就那些片段都是千篇一律，就在讲话的时候。是因为你工作看过了吗？然后你觉得？就是你工作经验那个一直在那边看，你觉得不舒服，还是说你以前看也就这样子的吗？我蛮怀疑的、欸。可是我真的是这样子。那你不看他三四五的話，那你看 A 片不看他做爱，那你到底在看什么？就那个可能看一下就。对，然后当你突然发现，上面标榜的是台语发音的时候，变得自己那的确让我蛮震撼。就是说你在看那个台语发音的字幕是让你有点陌生的，或者说它有点让你觉得。奈安呢？所以，我觉得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陌生或是不知所措，另外一种是觉得好笑或可笑。对。那我觉得我在想到底这个可笑是什么？因为我自己的惯常用语是台语，可是为什么我看到台语会觉得好笑？我觉得可笑是不协调。你讲原本认为的这样子，但他却做了不一样。所以跟是不是台语没有很。全然的关系，我觉得可能跟台语没有关系，就是单纯只是音轨跟影像的不协调。对，有可能他今天他配的是国语，你也会觉得哎、欸，怎么这样子，怪怪的，好奇怪哦。因为配上的是日语，配上的是不，可是配上国语，其实老实讲，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想象得到。我觉得配上台语的冲击还是蛮大的。所以如果配上国语就不会那么，可能会觉得。很笨，可是不会觉得好，不会觉得很怪哎、欸。可是配台语真的很怪、欸，说真的。那可能他为什么要做台语？一定有一些阿公是。可是你可以假设说，是因为有一些阿公不认识字，只能听台语吗？可是我也很怀疑这个假设啊。那不然，因为我也想象不到其他人为什么一定要台语。就他说买就只买一次嘛，那为什么干嘛要花这成本配那么多？我可以大可就配一两部就好了、就给一些人买就好了。所以后来有一些倒了对，因为如果是只是为了说大家给一些人买一次两次，那个他做这个成本好像真的太多了，应该也不会那么多。而且他们是找那种真正的0204那个色情电话的人，就我看一个苹果新闻的报道是找色情电话的人，然后去配，
就他刚好有一个管道，然后去配这个所谓的 A 片，所以他们是不是真的找上公司的配音员？真的配音员，他也许技巧或者是他的声音表现没有那么好，因为他可能还不敢或放不开吧。可是0204的人还蛮专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部片的配音员应该是还蛮专业的。我自己觉得，因为你要看那个影像，听到声音再叫一次，我觉得那个有点难。对，啊，他其实都还蛮顺，不会说有。对，然后我听有其中一个报道是，有一个是一对夫妻去配的，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们是两个工作的岗位的同事，然后就是说他们在配的时候其实是会引起欲望的，因为他自己在叫，然后他在叫，可能你只是打字而已，打字的那个打字影响身体还没那么强的，可是你要去叫的话，哦，那个还蛮去要幻想，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我反而不会觉得他说他那个 A 片看 A 片是为了做不到，哦，就是平常不会做到的事情嘛。对，比如说女朋友不会让你 SM， 女朋友不会让你对。可我反而会，现在我觉得看 A 片，除了那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说啊，什么赛车那种比较，就很新奇之外，有一些是平常会发生的。你看到应该就是你平常就有可能，比方说他现在走路走到一半，他的裙子被风吹起来，你会觉得哎呦，这平常就会发生。可是你现在看到，你会觉得哦，好特别哦，他被吹起来啊，我不懂。或者他蹲下来的时候，你看他露出来什么，你平常就看得到了，这不是说遥不可及。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反而觉得哎，这个还蛮兴奋，因为他很真实嘛。对，很真实，我觉得很真实。可但我知道也是假，只是说平常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也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但我看到我就觉得哇，就这样也看得到之类的，就不会觉得说那个是不真，不会觉得说，反而就太奇怪了。我反而说，哎呦，怎么会这样？我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我现在比较就是，我平常也看得到的，现在这边也看得到。我反而对那个还蛮比较有兴趣，除了那些新奇的之外，譬如说你平常交给人家的交稿是怎么交的？就是记事本那个档案，然后就是这样子，对，就会出现。好，我写一下，就会出现。这个都是要自己打的。这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类似档案的 Excel 吗？他传给我都是那个记事本。他有一个类似档案，就是说这个其实好，也可以说自己打，也可以说不是自己打，应该是说他，比方说这一部片都是0005，可是下一部片又不一定是0005出现，但他就把这个时间码的档案全部复制出来，我只要改这个数字，改一下就好了，就不用说全部都连0000都要打，就不用。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他先给你一个 model， 然后你自己去改那个 model， 去改那个就好。然后出现就是这样，然后一直下来，就这样整个。哦，那个是记事本。对，记事本里面的，就回传答案都是用记事本。我不是不知道是不是用那个，你说因为是格式相符嘛，所以才用记事本。对 对，因为我不知道，或是他有说他要求用记事本，然后我说哦，那就用记事本这样子。对，那就是像这样，就其实所以没有这一台就对了。对，阿姨也不用编号也没有关系。然后这个也不用，对。现在这样子很清楚，就说就是为了方便我在写。对，这样当然这样很好，只是说，对。然后这种标点符号都不用出现，都不用，就是直接这样三个字，然后就像我们在看中文的字幕，其实也没有，就是说一般配不一般打上什么字幕，好像也没有在打成问号啊句号。像我是认为说这个人名就可以打字，就不要用汉字。哦，我觉得反而不要汉字，打日文上去。哎，不知道那上面就有，所以我还想说，好，那我昨天我在看的时候，是我觉得说它有很多就是。跟啊那些东西都没出来，这个
后面都到不到到目前到这个功能，偷偷的。所以这一片如果对他们老板的翻译来讲是算不行。就不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段是我去那边，那我那时候也想说那个不要翻。那我他是来那边打开了电脑跟我说这边9:38:07为什么没有翻？这么严格。对。然后叫几声，你就要打几个字。通常就是打几个字。那如果当然是已经整个一大长串，那就打就打 N， 然后三个点这样子。然后再 N， 再三个点。对，类似像这样。啊，这边是就是都没有这样子。但我也就是说，真的已经进入到就是两个都脱光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可以不要没关系。可是在这前面一点的时候，其实需要的。你就说前戏的时候，它是在前戏的部分，它需要把这个东西非常明确的标示出来。对。可是，一旦到了动作片的部分，它就很省略。那时候是这样，他是这样说。你就是说视觉感，如果假设已经开始做了，他们前面的部分，你就不需要再文字。对，就是那边应该也没有想看文字，就是他前后可能还会有对话的话，就需要再加一些字。那如果前后可能有一大串时间是没有对话的话，就也不用。所以他觉得那个就是当他们在开始进行动作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个是翻译工作的工作之外的间隔休息。对，我们都觉得把别人觉得是重点部分，我们都觉得是间隔，然后我们都会想要跳过那部分，就赶快看到下一个对话出来，那才是工作的开始。我觉得这边对我在理解他的状况是蛮清楚。那你说你之前有翻到的？再说一次嘛，好，就是那是第几次？第四次翻，就最后一次翻。最后一次翻，可是那是已经翻第三、第四次了。嗯，就第三次翻完，然后可能隔几天就会翻第四次，然后就是他又是一样戴着耳机，然后坐在电脑前面，开了两个算一个 Windows Media Player， 然后现在是计时的，然后开始看，然后开始打啊，打字啊，进来了啊，然后开始打，然后打完之后啊。休息一下，好，一个小时，就这部片完，然后再好再重新再看一次，他到底有没有打乱，有没有漏掉或什么，然后再看一次。啊，哎，啊，怎么刚刚没有听到的？哎，怎么会有这个字？不知道什么，然后旁边拿起一本字典，然后赶快查，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再上去打，然后翻完之后，哎，哇，结束了，然后就把那个片子退出来，然后丢，就是这样子整东西，然后把它塞进去之后，最后再来对。然后我就跑到厕所去，然后吐，然后整个人就是抱着这个跪在马桶前面，然后抱着。可是那个是为什么想吐？是太累还是说太不舒服？也可以，就是你长时间一直，可能有可能是就长时间面对台电脑，那它可能辐射。好，这个也可以这样讲，那就是说一直在看那个，因为我的那个的片子，它的讲话都在同一个地方，那后面就是全部都是那个肉体的。那我一直要，可是肉体它有时候中间会出现一些东西，那我必须要去停在那边，要等他翻，啊，等他结束那一段，然后等他讲话的时候要插进来，然后就会觉得啊，怎么都一直看到黄色肤色的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所以我就跪在那边一直吐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才起来，然后起来之后也是就是先打给我，就想说，哎，欸，你现在干嘛？他说，啊，他在干嘛？他说我有东西要给他，他说哦是哦，啊，那我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就拿给我，我说好。然后需要给我就去他家，我就把那个片讲述丢到他家，然后就赶快出来。天哪！他说：“哎，怎么对我那么好？”他说：“那什么啊？”我就跟他说：“那谁？”他说：“哦，你对我那么好。”然后说：“哎，从此之后，就他说，啊，你那个寄来了，我听到就是我公司打说，哦，啊，你那个寄就收到，就回传那个就收到，哦，啊，好。把他打电话过来的任何一个电话跟 email 跟 messenger 全部都封锁起来，全部都封锁了。”就是因为那个吐的接那你的太不舒服，对。然后后来他是有接那个母片给你，后来他就没有，因为他已经讲说我都一直不接电话，然后信也没有回，然后那个你没有跟他讲你做吗？他说你连讲那个力气讲的没有办法，我可能当时那时候也还年轻，就不知道说应该要就是要礼貌跟他讲说我不要做，所以我觉得我天哪，这个，因为我原本就说。就是我一个礼拜就算翻几次，然后他就是有硬加要加给我，然后我就说不要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是，就是跟我一起去的那个有一个女生，她也是文化助理，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要来翻这个？女生当那边翻译？对，我也觉得不认识她，我不认识她，好像才。
而且很久，然后重点是她那天是她跟她男朋友写，她男朋友是日本，我就看她男朋友在那边趴在那边很无聊，因为我在就是另外一个，然后我其实还蛮想问她，说哎，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对啊，对啊，但我没有问她啦。啊，所以知道你在做这种 A 面翻译的人不多吧？不会很多，就是如果你们没有问的话，我就不会讲。这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拿可以拿出来大谈的资料啊。有声音跟文字这部分是理解啊，他表达跟理解，啊、你能透过这两个东西去理解之后，你才有欲望、啊。如果你没有文字声音的话，你不知道他在干嘛。对，你就可能好，你可能看这个影片哈，我都看不懂，然后整个影像出来啊。你的刺激指数70%，但是如果加了中文的字幕，加了中文讲好，加了中文配音，它配得很好，那你也觉得或加台语配音，他觉得哇，实在是加的太棒，瞬间飙升到80%。那字幕好有加字幕，然后很清楚，你也知道哦，因为他做这个啊，他说哦，他喜欢什么。因为他可能他讲自己，像这边讲他自己的个性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女生。你那是不是飙到90%都有、我觉得对，它有点让这个东西更真实。我就讲更真实是说，像是电影的幕后花絮，或者说明星的他不是在演唱会的现场，或者他下节目之后，那所谓的生活状态，我会更想知道，因为那些东西吧，他你知道，可能更不是表演，他可能有更一种贴近那个明星本身吧。那如果透过字幕，透过声音，他可以更加说明或贴近所谓的你欲望的一个主体或对象的话，那也许你那个比较容易达到那个状态。可是就比较如果它中间反而是变一个表现，或者说它是别的东西去阻隔，那我觉得配音它其实有点阻隔住。对啊，所以我说就是有些配音可能真的要看市场的需求。我刚刚说可能有些阿伯看不懂字，他需要这个，然后觉得这个很好。嗯，形容很舒服，你好舒服，你好舒服，你好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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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他也没有跟你讲你是要翻A片的，没有到，但就是要确定要试翻的前一两次才讲。啊，你听到你要翻A片，你会很惊讶？有啊，就想说，他说你愿意接受吗？因为我之前看只是一部就是很像日剧那种，但后来他才跟你说是要翻A片，没有，他就说爱情动作片，那你愿意接受吗？他是讲爱情动作片，他那个 email 上打的是爱情动作片，那你有猜到是什么吗？知道啊，爱情动作，他对他说是日本的爱情动作片，你可以接受吗？然后就进来。对啊，跟我当时那一天去有两个在那边示范，另外一位是女生，也有女生翻的哦。对，这是。所以你们是三位在公司工作？没有，不用在公司工作，就是去，等于是说去把我们示范的再讲一次，我们大概以后要注意哪，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翻的哪些缺点啊，再讲一次。那个。所谓你的上司，他是懂日文吗？懂一点点日文，懂一点就不是日文。他是怎么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或是代理，或是什么？他可能就怎么有办法做工？就是说，这个是他自己从日本挑习惯的，然后就自己拿回来，自己弄这样，就是违法嘛，对不对？应该是违法的吧？应该不是他选的吧？他可能也没有到采购这边，就只是说他只。他拿进来之后，他怎么去把那个片子分给适合的人？对，适合的人翻，然后再给他，然后他再带。那他们公司有日剧或其他的吗？有日剧，有日剧，有韩剧，有就一般香港剧那些都有。可是为什么就是独独你是翻 A 片？不是独独，他说现在我们比较缺的是这样的人才，比较缺的是翻译这样的。所以当初你们接洽是透过 BBS， 对 BBS， 然后把资料寄给他之后，他就用 email 给我，然后就跟他包了 email 信箱，他就给我。然后他是母片，就是寄用烧的这样寄给你。对对，连封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就是他就拿一个牛皮纸袋，然后里面就是一样，用那种那个
塑胶膜，塑胶膜，然后放在里面。然后他也没有讲什么注意事项，什么都没有。注意事项，他说每次来都是一片空白的光碟片，这样就寄给你，就一片，没有什么字，这样是就一片两片，没有。他会直接用 email 跟我讲，如果有要注意什么，他会直接用 email 讲。然后会不会有哪些片就觉得看到就觉得就是知道说哦这个很好处理？不会，每片都不好处理。每片对啊，每片都可能都有新的单字要出现，就可能他包括在医院的时候，他可能有讲医院的话，然后在教室的时候会讲教室。有没有最难的？最难的我觉得是医院吧，医院永远都很麻烦。就有可能他在医院的一些用语啊，那什么手术台或什么，我可能不知道。我们平常上课也不会教到什么手术台、什么钳子啊，压这些，对，类似像那个。对啊，真的有用到。有，他可能会讲到，他说拿那个东西，他包括手术刀，这样子。那我可能平常我也不会去学到这些单词，那要就是要再查。所以你觉得这个都漂亮吗？是。很漂亮。这漂亮吧？不然为什么你要买？是的。你很傻，真的很好。你会不会翻一翻，然后突然就是那个？会吗？就是翻译的过程当中，就是被那个 A 片跳起情绪。还好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变工作了、啊。对啊，还好就比较不会。那你会使用你翻的那些 A 片吗？不会，我比较有一次比较夸张，是我翻完之后，那一次真的翻很久，然后从应该下午一点多开始翻，翻到三四点，翻完之后我就去厕所吐，对，趴在马桶，是真的像喝醉一样趴在马桶上。为什么？是太累了。太累也有，然后我一直在重复在看这些东西。是啊，对，其实会不舒服。会啊，因为你一直重复在看这些东西。对，然后翻完吐完之后，我就先打电话给我一个，就是住在我家附近的学校，我跟他说，你现在在家吗？啊，我们要不要去？他说啊，干嘛？他说我等一下拿一个东西给你。他说哦，好，不然等一下你吃饭的时候拿过来。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就把那片子丢给他。请他帮你翻吗？不是啊，就给他，我不要再看到那个东西。反正母片我也不用回收。他、可是你工作还没完成，你翻完了？我翻完了，这样子。所以你就是都没有留着你的那个没有工作的，看到就吐。那 A 片看完之后，就是看完那么多 A 的影像，你有没有再看到什么东西会特别舒压？就是你会最期待又看到什么，就可以远离那种情境，最能够把你带离那种情境。去跑步吧，如果那个时候。所以看完就要赶快跑，一直冲刺这样。也不用冲，就是你不要在，因为就是在等于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就一直对着它翻。所以你会看完这个，然后跟女朋友约会吗？不会，不会，绝对不行。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就不会很想看到女朋友嘛？就看完之后。不会啊。完全不会。不会。就然后那会不会讨厌看到女生？就是任何跟女性有关，就是、最好都不要在女性面前。不会，不会，不会，不会。那在问魔法你想问的好，像这个跑步也不错。就是我想问，就是看完。这种片通常你会想再看什么东西？这样看新闻吧，真的假的？看新闻？因为你完全不用，就是它是一个发生一个基地，它就一直讲，对，你不用去特别思考说，根本不用想，对，就是让它讲，对，哦，就新闻最好，反正有剧情就有。那你是说他们是要求你们要配上，就是要对每个有音出来的东西字要对，所以他们这个是做的不够精致啊。可能每家要求不一样吧，他就没有这个出现。但是我们那个，然后有点点点之类的吗？可以惊叹号，惊叹号没有吗？不用啊，不用惊叹号，没有符号，就只有点点点、点点点这样子就好。因为打那么多也很奇怪，我打那么多就我刚刚讲嘛，就是有的时候他被叫几个就几个可是是就一个然后点点点就好，就是不用。所以在翻的时候，你也不太去看那个做爱的过程，你是一直在注意那个声音跟字有没有出现，有没有在讲话。因为现在我们好像都一直在看他下一句话什么时候出来。对，就是在等他。我因为我也那时候是没有逐字稿嘛，就是在等他，他现在有没有讲话？等他有没有讲话？让他
啊，你讲到后来都是用听的而已啊。对，用听的，就是比如他现在讲话，我就按按这样子，然后赶快打。他现在讲，然后打，打字下去这样子。好，没关系，就是这样。中间这个都不配字幕吗？这边不用配字幕啊。有人想要看吗？你说哦，所以你说，可能那个有时候是照那个需求，他有没有需要这样子？就是说，这时候如果他有影响观众的理解的话，比如说他讲话、在自我介绍，他配字幕。可是如果是这一种在做爱过程，应该算是 A 片的重点。对，那字幕会干扰。我觉得会的话，就不应该需要配。所以我在就在前面的啊配一下，前戏的部分会配字幕。对啊，现在也配啊，但是如果说不配，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所以像现在这样子，你就完全不会去配字幕。